邓尊成。持续了500年，牺牲了多少生死兄弟，终于走到这里结束。霍生，再无战乱，楼顶至尊宝座。年前天地突然间众神皆惧神，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压抑在心底的欲望重新的爆发。一场持续了500年，被称为末法时代的大乱战开始，经历了无数的危机与劫，让我变得强大。我凌云峰以举世皆无可匹敌的无上大能、压倒性的实力，一举平定了各方势力。啊，世间终于迎来了和平，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现下就让我好好享受这无比珍贵的安静吧。我不是说过，在这里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来找我的吗？哎，我可是你的师弟啊，对我还要讲那些规矩啊。师弟师妹里面就属你最品，有什么事？道宗掌教的音符秘信。道宗千帆雪，这个极度自负、从不求人的女人，为什么会发来与天下各宗约定、只有在紧急时刻建立的机密联络的音符？退下吧。死了，师兄。突然回想起一些羞辱的往事。15年前，恰逢我在一秘境寒潭修炼混元九转心法，就在行宫打通生死玄关的这一刻，这个女人突然……是何人守我城关？千帆雪，没想到你修为这么深，中了烈性媚药烈阳散，还能跑到这里找救兵，你们就一起死吧！云水成剑。怎么复活了？冰心凝神，斗气归元，气不弱。他想干嘛？一动就前功尽弃了。哎，在这干嘛？情况紧急，借你解个毒。日后有困难，报上我千帆雪的名号，必当报答姐的身。我操，这就是传说中的事了拂衣去吗？玷污了老子的清白就这么走了？千帆雪，老子记住你了。真是屈辱的回忆啊！想我凌云峰一世英雄，然被他拿来当解毒的工具人。后来在一次各宗围剿魔宗的战斗中，初次见面，道宗九州行令千帆雪。幸会，但我怎么感觉咱们似曾相识啊？是吗？我对男人一向脸盲。更可气的是，之后也曾多次一起合作奋战的经历，但是这家伙居然没事的人似的，把我当成陌生人一样。但是这个女人确实有着不输男儿的勇略和胆气，也有着为了和平而豁出性命的觉悟。奋战多年后，她成为了道宗新一任掌教。今夜子时，道宗后山不归峰顶，钥匙相商，务必前来。邪魔外患都已经基本压制的当下，会有什么紧急的钥匙需要动用音符？道宗不归峰顶。我去，偏偏选在这个地方，马上就勾起了屈辱的回忆。圣尊，你来早了。普天之下能让道宗掌教千帆雪动用音符的事情，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500年前的明察大红袍，品品。说吧，是哪路邪道余孽要搞事情？事关我们的儿子。哦，我们的儿子怎么了？你在说什么？儿子？我们的？你先冷静冷静。你开什么玩笑？我和你除了一起打过几次仗，一没交情，二没感情，哪来的儿子？除了……没错，就是我劝你解毒那次。好啊，你终于承认了，后面一起作战那几次，你还装作没事人一样，弄得我还经常以为自己走火入魔，出现幻觉了。就是我见你解毒那次。好啊，你终于承认了，后面一起作战那几次你还装作没事人一样，弄得我还经常以为自己走火入魔，出现幻觉了。圣尊，请你冷静，这不是你的错。你让我怎么冷静？老子这辈子对女性恭敬有礼、平等待之，从没有越轨之举，却被你做了解毒的工具人，还夺走了老子的。最后你倒好，被屁股来一个事了拂衣去，连句谢谢都没有。更倒霉，有本事声音再大点，弄到整个道宗山门都知道。你紧张什么？至始至终又不是你做错事。对啊，又不是我做错事，我紧张什么？倒是你。没错，是我，所以这些年来我也从来没想过要谁来负责。这次等等，怎么了？我要先冷静冷静。数十壶下毒，谁至此？那就如你所愿，我们结婚吧。啊，你说啥？哎，虽然你我没有什么感情，
但是既然孩子都有了，结婚吧，日子你定。你搞错了，我可没有打算和你结婚。喂，你在逗我玩吗？那你这么突然的找我过来，告诉我们有个儿子干嘛？因为什么？我先回去想想法子，过几天给你答复。等等，怎么了？我突然跟你说有你的儿子，你就没想过我是骗你的？说心里话，你我初识之事让我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自我中心，不懂礼貌，粗鲁。但是后来咱们一起面对着那些决死恶战，你那奋勇杀敌在前不输男儿的气魄让我又对你有了改观，还挺欣赏你的。有时候还想过和你结拜为兄弟。谁稀罕和你做兄弟？你快去想办法。那就过几日后见。啥情况？什么情况？儿子，什么情况？淡定，本尊心境已修至古鼎不波，水天止境，万千强敌于我面前都面不改色，现在怎么会心跳得如此厉害？不行，突然这么惶恐让我很不适应，要找人打一架子。中，摘天阁。哇，至尊，快拉响警报！警报太慢了。夜观，来打架。不错，有进步了。虎天之下能撼动我两成功力的护体金光的，除你之外也没几个了。凡尔赛的混蛋，怎么突然想过来虐人家了？心烦，想干架。来，大王不是已经从良了吗？为什么圣尊还要过来？难道还有人偷偷搞事情，被圣尊发现了？公主难道有大出错了？可圣尊大人有来有回的，无赖啊！嘿，蠢货，你新来的，没见过圣尊当年一招杀灭魔教十大魁首的那份惊天神威？这样打法是什么意思？现在无聊在和公主调情吗？现在他都没用力，他们请到圣尊没发火，把这些人抓都不剩吧。来，大哥，你每次有什么烦心事就找我来干架，我这小身板会散架的。老来，以前都是你追着我试招，我啥时候抱怨过？放眼天下，也只有跟你打架才能痛快一点。普天之下，也就你把我当男人一样揍，其他男人哪个不对人家怜香惜玉？我们不是打架打出来的老铁吗？普天之下还有啥事能让我们的无敌圣尊烦心的？我可是十分好奇呢。没有任何先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突然间冒出个儿子，还是和那个千帆雪的。我没忍住了，我完全不知情好不好？就是之前我在修炼的时候，不许欺负我妈妈。怪蛋，离我妈妈远点，打死你，打死你。妈妈，啥时候有孩子了也不和我说一声，我给你包个红包啊。娃很可爱啊，这么爱护妈妈，在这个六亲不认冷血无情的摘天阁里真是难能可贵啊。是吗？过后啊，心刺妈妈，在这个六亲不认冷血无情的摘天阁里真是难能可贵啊。是吗？过后啊，心刺。这可不是小朋友玩的。放开我，坏蛋，谁让你欺负我妈妈的？这东西可是一个不小心就会反伤自己的呀。啊，喂，你哦，真是个顽皮的孩子，你可知道本尊百毒不侵，好苦好涩啊！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他从五毒老那里搜刮来的无味丸，毒性不大，却无比难吃。别人看不上的东西，他却玩得挺溜。好涩！叔叔生气了，这可不是小孩子该干的事情。好苦！三老子是谁？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居然把女儿养成这样，顽劣不堪。你女儿妈妈，晚点和你解释啊。这不是青岛啤酒吧？怎么这么烈，让我幻听了？要不再喝几口醒醒神。谁几瓶下肚。好了，这老子是谁？是你。你这个女魔头，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嘴里没一句实话。青帆雪我好歹还记得，我和你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啊。确实你还不记得呢。
十多年前，我还是斋天阁圣女的时候，你神功出城，封了似的屠灭魔门众多高手，逼得原本各自为战、互相算计的魔头们联起手来，终于将你抓住了。不记得，这些黑衣比小人所有阴招都用上了，一浪接一浪的暗算、下毒、围攻、车轮战、克制战、消耗战、洗脑战、速追星属性克制人口，让我防不胜防。把你抓住之后，两方势力又恢复到了分庭抗礼的状态，甚至还隐隐有压倒你们的势头。从今以后，神挡杀神，祸挡灭祸，那些阴险狡诈的家伙们野心更大了，想要雄霸天下，就开始了一场大内斗。居然还有这一出！那时候我都被你们关在无间狱里，差点命都没了。你呀，真是气运之子，也算你命不该绝。普天之下，也就你敢对我这么放肆。谁让人家是女魔头呢？说重点，少来这套。你也知道，我当时修炼的是明月素女心法。我知道，你们这魔门独有的独特功法，能兼收他人万法于己身，比几百年前小说里的北冥神功还要厉害。你派英子出了不少绝世的大魔头，不过也因为能化归万法，助他人法力倍增，被称为万能大武功。然后就遭到所有人的觊觎，导致你派始终人丁稀薄。对啊。所以当年的吴老魔把你擒下之后，心态飘了，联手阴谋设计我，妄图平分我这一身法力，继而一举瓜分整个华夏神州。这几个人精老魔狡猾奸诈，诡计多端，离经叛道，让我受尽屈辱。越想越气，他们现在躲在哪里？我想去把他们揍一顿，出出气。行了行了，要是你看到现在的他们，恐怕就气不起来了。哦，他们都在干什么？千手魔佛被你一招废了修为，闭关十日。据说倒抽倒悟，由魔入道，开始走遍神州大地，弥补曾经犯下的罪业去了。哦，我就说这家伙佛理通玄，遍及西里，明明了悟佛理，为啥会入魔呢？哎，既然从良了，我还真下不去手。阴山鬼叟炼制驱策万千幽冥鬼王鬼将，自负天下无双，却被你使出的至真纯阳无垢的一剑，杀灭三千凶鬼邪灵，吓得他心胆俱裂，神魂离散，现在住在精神病院中途病房。这还有其他几个？算了，真是恍如隔世。没想到他们的结局居然是这样。喂，你这家伙自从入了太乙境真是越来越可怕了，随手就能把啤酒罐捏成稀释的七色幻彩石，拿来泡妞要迷死多少女人呢？喂，别岔开话题，你还没说你是怎么太乙境真是越来越可怕了，随手就能把啤酒罐捏成稀释的七色幻彩石，拿来泡妞要迷死多少女人呢？喂，别岔开话题，你还没说你是怎么后来嘛，他们联手做局，对我下了天下第一猛药烈阳散，企图乱我神智。我当然没那么轻易就范了，拼死逃了出来。又是烈阳散，我去。身中奇毒，我自知逃得一时，逃不了一世。于是就突然考虑起，如果自己这一身修为注定要被夺走，那就得由自己决定。风魂术。你我正邪两道，水火不容。为什么选我？当然是因为你帅啊。放屁，要说帅气，千手那家伙可是号称帅绝正邪二道，虽然修佛入魔，要说一生痞帅痞帅的妖孽气质，男女通杀。所以呢？所以给我说了真话。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嘛。其实人家也是深思熟虑的啦，从结果看，正因为我的选择，才有了现在的我，魔宗至尊，还能与你一同饮酒闲扯。若是不选你，搞不好人家早就香消玉损，神死道消呢。果然是机关算尽的女魔头，明明算计到我的头上，此时此刻我却还拿你当兄弟，这理由我信。那么我们结婚吧。戒指很好看，我收下了。结婚请恕我拒绝。啊，你什么意思？字面上的意思。喂，你和千帆雪商量好的吗？都拒绝的那么干脆。哦，他
他用什么理由拒绝你的？他怕孩子一旦被冠上我这个老爸的名头，会被周围的人孤立，天下初地，根基不稳，孩子还会被记恨我的仇家盯上，与他不利。他说的很对啊，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还很多。你虽已当是无敌之能，强定天下，但是云内你之下还有三散仙、四绝顶、武宗、八帮的绝顶头手们都在隐而不发，敛迹藏心，其中不少都在觊觎你这无敌至尊之位。域外神州之西有大罗刹，统帅西域诸国，南摩尼、北韩离，东方隔着大洋自称天国的联邦操纵着东海邻国，都觊觎着我灵气丰沛。你还有不少硬仗要打，孩子会成为你的软肋。可是这里藏着的都是些杀人如麻、离经叛道、声名狼藉的大小魔头，这里会更安全？你可不用操这份心，他可是被称为摘天阁小魔星，而被这里的老家伙们畏惧着，这不就连你都吃了他的暗亏吗？小小年纪就这么狡猾，你就不担心他的未来？我也曾是祸乱天下的魔女呢，你怎么不担心我？我这想想你当初为之奋斗的理想，我虽为你们口中的魔道中人，从来对和平安定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有了玲珑后，让我觉得换种活法似乎也很不错。唉，突然间和两个最不可能的人有了孩子，我的心脏有点吃不消。那你最好让自己尽快适应啊。为啥？因为胡可欣那只勾人的狐狸也给你生了个女儿呀。啊！你说什么？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呢。不可能，不可能！与这胡可欣相交之时，是当时为了和西南大月慧伦建立外交同盟之时。不可能，不可能！与这胡可欣相交之时，是当时为了和西南大月慧伦建立外交同盟之时。啊，我的记忆全真都很清楚，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可描述啊。不对，到12年前神州人处武动珍珠的局面，西方大罗刹国生灵魂之心，第一步便是以大罗刹太阳王与九尾妖王胡可欣合心意，先落下地狱亲王白夜为誓，至神州西南门户的万妖国度的大月昆仑上其称臣。我受托作为神州使节，单行匹马昆仑，那一日我一剑斩亲王，天下震动。大月国正殿。完了，你都干了什么？大罗刹第五亲王白夜，大罗刹国第五把交椅，被你一剑斩了，名声是少不了的。动手之前可曾想过，大罗刹国强兵压境，我大月小小群妖栖身之地要完，你们神州正值内乱，能抵得住吗？国主尽可放心，正因不想战，才派了白夜子等人物作为来使侍卫，只有斩了他，罗刹才不会即刻来攻。九州杀神凌云峰不仅武才惊艳，没想到智胆也是无双。承蒙夸奖。虽然大罗刹国未必陈兵来攻，若是以此降怒，强行让我归顺做他的眼睛，静观神州乱局变化，适时来攻又当如何？大罗刹内部初定，表面一统，神座与王权力相互依附，10年之内经不起一场战争，他若敢前世再来小心。去让他问过此剑。先生如此，可也想以力驱人，和这大罗刹国有何区别？说到底，我们这些夹在大国之间的边陲小弟，为了求得平安，便只有附庸、伪制、和亲、进贡这点手段。那么，上使大人，您是想要哪个呢？还是都要呢？朋友。朋友。无分大小，和平共处，危难互助，平等之交。你笑什么？等等等等，这话太刺激，我有点反应不过来，让我消化一下。片刻之后。啊，那么就在这剑还能立于此地之前，请多指教。啊，问题就出在这里，之后我便于第二日回去了，现在想来我并没有这之间的记忆，这是怎么回事？苦思冥想猜测推理不是我的长处，还是干我最擅长的事情。几十年生死搏杀，面对各种阴谋诡诈，本尊另辟蹊径，练就了一身把威之势。没错，让胡可欣这只狡猾的狐狸从实招来。尊上饶命，我全部都招。我们的神尊已经心乱如麻，完全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大月国政变，神户大罗刹上国特使臣驾临。他们今天有问。不对啊，我这会不是应该愤怒的跑去这祸水妖孽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大声质问他的吗？我为什么要躲呀？我该怎么说呀？胡可欣，你当时是不是对我做了什么？给我从实招来。
这样是不是有点凶啊？老爸，你来干什么？来找胡可欣这女妖精的麻烦。为什么你要找老妈的麻烦？当然是因为啊，是谁？是我呀，老爸。哦，原来如此。你说什么？外敌入侵，在侧进啊！糟了，最糟糕的出场方式，不能在月光大礼堂。乾坤倒转。乾坤倒转，凌云峰入太乙上天境后修成的十大旷世绝学之一，能够将整个时空回溯至30秒之前的状态，曾经让无数强大的敌手尝尽败绩的绝学，现在居然被他用在这种地方。是我呀，老爸。时空回溯至30秒之前的状态，曾经让无数强大的敌手尝尽败绩的绝学，现在居然被他用在这种地方。是我呀，老爸。哦，还好有这招。小朋友，老爸可不能乱叫。你家长是谁啊？怎么在这个大月皇庭里乱跑？很危险的哦。我老妈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女妖精，老爸就是你啊。是吗？是吗？原来是我呢。啊！外敌入侵，在侧进。糟了，最糟糕的出场方式，不能在永邦大动干戈。乾坤二转。太突然了，差点乱我道心啊！我从未有过和小孩子战斗的经历，该怎么办？那个，你娘真的这么跟你说的？嗯，和尚大人，你终于来看我了，整整12年了，从小到大我都在大殿顶上盼星星盼月亮的等您过来呢。昨天我还看到一颗流星，许了愿望，希望福少大人像一个大英雄一样从天而降前来拯救我们，没想到愿望成真了。12年，看来他说的没错了。面对眼前这个渴望爸爸的孩子所展现的纯真，圣尊瞬间觉得愧疚万分，自责难受。对不起，娃，老爸来晚了，来吧，爸爸抱抱。福少大人，快救救母上和我吧。怎么了？大罗刹国派了使者过来向大月国索要进贡，昨日突然又发文书要和母上联姻，要我嫁给他的第二皇子。联姻？这罗刹的老家伙贼心不死，年年都惦记着这事，趁着我神州出地百废待兴之际，又偷偷来搞事情，对那狡猾的母狐狸贼心不死不说，还惦记上我闺女。走，去干嘛？替你们出头，教训教训这帮贼心不死的罗刹鹰犬。真的吗？富商大人，您真可靠啊。为什么被这孩子一夸，嘴角就忍不住的咧了起来？抓紧喽。大月国大帝，尊敬的大月国女王，一天时间已过，我大罗刹国圣王第二皇子与大月国公主的和亲请求您安排好了吗？我儿年纪尚小，不及婚嫁之龄，等再长些时日再探讨不迟。此时圣王早已为女王考虑过了，只需将公主接去圣都，一边接受最好的教育，一边和二皇子亲近培养感情，待到试婚之龄即可举办举世皆知的盛大婚礼，大月国也能永享我大罗刹国之庇护，延年千秋万世。本王仅有一个女儿，若是离了太远心下不舍。无妨无妨，圣王思虑周到，若是不舍已经将老师送了过来，先行照顾培养公主。我大月国虽是边陲小国，也不乏博学广识之士，不劳费心了。是吗？贵国可有人能比得上圣王费心为公主安排的名师吗？这位是大罗刹国国师座下第一大弟子，被誉为掌管生与死的黑暗大法师，圣王赐予神号死神之息圣暗努特格林。老夫一生从未收徒，久闻大月国公主殿下天赋过人，昨日见过资质确实超凡，可继承老夫一身衣钵。我国如此诚恳，女王陛下不会拒绝圣王的一番好意吧？拜师事大，容我想想。哦，不用想了，他已经有老师了。什么人？我倒是哪位呢？不讲礼仪也不通报，就闯我这大月国殿堂。参见圣尊，您怎么来了？也不事先通知一声。圣尊，大师，怎么办？传闻这圣尊一统神州，无人能敌啊！神州初定，百废待兴，诸事繁多，圣尊日理万机，怎么会有时间突然来此收徒？莫不是不肯让我收徒演的一场戏？对呀，我等刚到此地，即使他们要偷送消息，也不可能这么快赶到。对啊，莫不是圣尊与奴家心有灵犀，还是心中想念奴家，偷偷前来探望奴家的日常起居啊？该不会人家今早沐浴更衣的时候你就来了吧？母上大人，乖，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你这狡猾的母狐狸倒是挺会利用尊吗？可是大使还不相信你是圣尊本人呢。神州第一人的圣尊要收徒，本使自是不便夺人所爱，不过若是假扮东方大国的至尊，这个罪名可是不小，就让在下为了神州行军的颜面试试你的真伪吧。不过若是假扮东方大国的至尊，这个罪名可是不小，就让在下为了神州行军的颜面试试你的真伪吧。哇，母上，这个老家伙和我们一样狡猾呢，用了这个借口打印打书都不得罪人。哼，这是降神术，召唤世界法则的神明。世间能得到神明认可授予法则之力的大贤者屈指可数，而掌管生死之力的死神也是众神中令人畏惧的存在。凡间一切攻击无效，收割一切生灵。没有那么玄乎，还请这位圣尊赐教了。感觉好冷，这是怎么了？感觉好些了吗？嗯，过了啦。降神术算个什么东西？听说过东方的玄术化神吗？无动明王尊者化身界之神，我即是神。这不可能！神威！告诉你们的王，神州虽是出地，只要有我在，即使周边邦国也休想染指一分。是，滚吧，回去打听打听12年前你们的白夜亲王是怎么残废的。母上大人，母上大人，是你安排父上大人前来救场的吗？我也不知道啊，罗刹使者来得突然，圣尊是如何得知此事的？本尊母上大人，你中计了，终于被我套出来了。还真的是我老爸，是不是？没错，你赢了。耶耶耶耶！我终于找到老爸了，无上大人。老爸要说帅气，只能算中等，脑子还憨憨的，就是厉害点。无上大人怎么会挑中他的？喂，你们在说些什么？大概天时地利与人和都遇在了对的时间吧。喂，别当我不存在啊，你们这是什么情况？真是的，一点都不怜香惜玉。这套天蚕素纱的裙子只有这一套，刚才被你释放的大招割破了，先陪人家去寝宫换身衣裳。走吧。啊，去哪儿？等等我，母上，老爸。寝宫。你咋不看呢？母上大人不好看吗？小小年纪想什么呢？这叫尊重。外面的雄性哪个不直勾勾的盯着母上看？那代表母上大人有魅力呀。你老娘平时都怎么教你的？我用自己的一切魅力征服对手，以柔克刚呀，欲拒还迎呀，打棒加萝卜，怎么样？这小家伙很机灵吧？哪有你这么教孩子的？这小家伙学得可快了，狮虎帅大元相的崽子们都被他训得服服帖帖的，为他马首是瞻呢。乖离，快说到底怎么回事。这小家伙懂事之后就一直想知道他爹是谁，我始终没告诉他。爹是本尊，很让人丢人嘛。所以我和他玩了一个游戏，让他自己找。人家翻遍了大越国的外事目录，把十几年前所有可能的人都列了出来，然后一个个的试探，就还剩几个了，其中就有父上大人。没想到父上大人自己就找上门来了，然后我就顺水推舟，一边让父上大人来救场，一边就可以从母上大人这里来套话了。哦，我懂了，我懂，素质对吧？作为大越国下一任女王，在大国包夹之下纵横开合，左右逢源，这是必须掌握的技能，也是她未来能够保护好自己，守护好万千妖族子民的王道。那就不当这个公主了，做个快快乐乐的孩子。世界尚不太平，我等王族必先成其重。世界尚不太平，我等王族必先成其重。我想要的太平，不只是一国之太平，而是让渴望太平安乐的人都能够享有。我希望孩子能无忧无虑的生活。真的吗？人家可讨厌当什么公主了，要学那么多礼仪，背那么多周边国家关系的情报，吃到好吃的东西还不能吧唧嘴。12年前你说这话的时候，人家当成了一个愣头青讲的笑话。现在我很期待实现的那一天。不对，说了半天，你还没告诉我。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什么都不记得？母上大人，您对父上大人用了那招。不愧是我家的宝儿，真聪明。啥招？我大越国建国数百年，不仅仅要靠手腕，也要有强大的后代。目标首重情谊和实力，次看背景与权势。但是那些目标人物大都是精才绝艳，惊世无敌，手眼通天之人，或有伴侣，或有联姻，或诸事牵绊，如无看家手段，哪能次次如愿？武上大人说我九尾狐一脉天生魅向魅骨，但是最厉害的是魅魂，自带天符魅重伤，一生只能施展一次，中招者可随意摆布。武上大人，十多年前富上大人虽然厉害，和当时顶尖的大宗师们也还有差距吧？因为啥选中了他呢？对啊，为啥盯上我了？我也太无辜了吧。大约是人家唯一一次被某人的率真和勇敢勾去了魂吧。你们这些女人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些难道除了我和叶焕焕还有别人？快说来听听，人家也想听富山大人的故事。哎呀，首先呢就是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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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是一个小时之后，既然他们都不肯和富山大人结婚，不如就由母上大人和富山大人先结婚吧。这个不行。为什么？两国领袖之间的婚姻涉及到的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一国之主嫁与我，等同大越国并入神州，大越国里的反对势力是万万不会允许的，就会有引发大越国内战的风险。没错，要圣尊入赘大越国更是万万不能，神州刚定，圣尊就是定海神针，我们都是身不由己。明明找到了富商大人，人家还是要做一个没有富商的可怜的孩子嘛！我讨厌你们，哼！啊，等等，啊，我这就是生在帝王家所必须承受的。他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的母上也是这样。我比较幸运的是，我以自己的意志选择了这孩子的父上。你去哪里？没有孩子，父母不可辜负，我会想法子的。走之前先陪陪他吧，知道你是他的父上，其实他很开心。啊。你怎么知道？我们狐狸啊，一开心起来，尾巴就会不自觉地摆动起来，比嘴巴诚实多了呢。那你岂不是也很开心？此时此刻，却有些许。我们狐狸啊，一开心起来，尾巴就会不自觉地摆动起来，比嘴巴诚实多了呢。对不起。有什么好道歉的？大人们都有很多身不由己，我还是小孩子，不懂很正常。要不是那只母狐狸说，这孩子摆动尾巴其实是很开心，孩子的心思还真是难懂的。干嘛摸我头？我和你又不熟，你只是我生物上的富山大人而已。初次见面，我想送你个礼物，你想要什么？真的要什么都可以。嗯，我要一颗星星。哦，好，我这就给你摘一颗，跟我来。哦，我飞起来了，哈哈，我飞起来了，再高点，再高点。好。哈！第一次这么近看星星和月亮。看仔细了，我要摘星星了。口能通月，手可摘星辰，一心烦恼，醒来。哇！通月，手可摘星辰，一心烦恼，醒来。哇！完了，星星陨落了。圣尊还是那个圣尊，总喜欢搞懂。要撞过来了，救命！不怕，看好你的。来，那是你的戒指。拿去。这就是星星吗？好漂亮啊。你喜欢就好。别以为拿一颗星星就能讨好我。你笑什么？那狐，你母上告诉我，你一开心就会摇尾巴。才没有，人家讨厌富商大人，那么久都没来看过人家，害得母上和人家总是被欺负。对不起，以后若有人再敢来找你们麻烦，对着这颗星星呼唤我，哪怕万里之外，我也会立刻赶来。真的？不是挖胶磁力啊？真的，你富商大人可厉害了，说到做到。嗯，我相信富商大人。星星摘来了，回去吧。啊，我还不知道你。我叫轩轩，带草字头的。轩轩，真是个好听的名字，我记住了。嗯。晚了，你们早些休息，国内还有要事要做，我先走了。要常来看我和母上哦。好，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不行，父上还要和母上拉钩才算数。这个。来，快
点啊，福上大人。话就不用说了吧？当然要说，不然怎么算约定？快说快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我去，本尊这是怎么了？居然会这么失态？东西怎么又乱了？深呼吸，深呼吸。已经从而感觉到自己从未感受到的情感体验，让意外开发新的超绝天地。我去，心里还是紧张的不行。突然间有了儿女，还是和那三个根本不可能的女人，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怎么办？怎么办？啊，有了，找文玉峰那家伙商量商量，他可是被称作胜天一步的无双谋士的家伙呀。哼，说走就走。该怎么和这家伙去？平时来不都是推门进来的吗？这次是怎么了？快来快来，正暖口。脑松罗机关烧火锅，古天之下只有你干得出来。这个神州一统利算计，此刻终回人算之境。此盘与我之用，无非烤烤火，闻闻酒，自娱自乐而已。自古谋士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纵横开河，逆天改命，多谋善断，但是这家伙将谋的境界从神谋上升到穷理天算的地步，大眼算术，算尽天机，人算谋阴，神算谋阳，但是在能够算尽未来一切可能的天算面前，所有的阴谋阳谋在无尽的算力面前毫无抵抗之力。但是此算之后，他耗尽毕生算力，由天算回归人算之境。神州未定，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这天算已算定未来必将一统，这后事就靠圣尊与众兄弟联系。我物色了一间草庐，有事无事都可来寻我聊聊。找我何事？这个。你是不是有个朋友最近遇到点烦心事了？对对对，没错。他连一次恋爱都没谈过，却突然有了孩子。没错没错。你怎么知道？你重回天算之境了。定位，说说你朋友的事吧。我。圣尊成鼎。师兄。怎么把我叫到这里来了？因为秘密。秘密？快说快说，我最喜欢秘密了，谛听阁都手痒痒了呢。去发动谛听，找到天下第一媚药烈阳散的来源。烈阳散、师兄你啥时候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你该不会是要师兄的玩笑也敢开，皮又痒了吗？痛，对不起了师兄。给我查处烈阳散的来源，这个祸害人的东西必须予以封印。师兄，烈阳散的出处谛听阁一直有掌握，不过。不过什么？我怕你会为难。此为乱世之物，天下已初定，这种东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不然不知道又会祸害多少人。此物流出自叶家。叶家？哪个叶家？还有哪个叶家？师兄，你的老熟人，你的救命恩人，收留之恩，一饭之恩的那位。被称为天下第一商圣的叶听雨，掌舵的天下第一商帮的那个叶家。叶听雨？不可能，以他的性格怎么可能干这种事？谛听阁的情报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经过再三确认的。那么师兄想怎么处理？退下吧，我再做安排。叶听雨，天下第一商帮的当家人，又是一个老熟人，看来还是得我亲自去一趟京里，于公于私，以我和他的关系能悄悄地解决此事方为上策。九州商贸中心金陵城。叶家总部大楼。天眼通顶峰境界，天眼明鉴不漏关。大楼有半圆形的结界六层，大楼共有五等分，一层比一层有着巨大气场的气芒，地面下有着陆仙的大阵，还有楼中的五个超级高手看着散发出来的气芒，应该是天下前二十大高手的水平。维持这些结界所需要的物资，就算是日费千金也不为过。前二十大高手每个都是万金难求之人，不愧是天下第一大商帮的手笔，
叶天宇这家伙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此行是我私人目的，若是用圣尊正式的身份来此提出干涉牵连甚广的地下产业不合适，传出去必会贻笑大方。我又欠了他天大的人情，也不能像在大月国那样以力道压服罗刹特使。唉，还是悄悄进去低调的处理比较好，他总不会不卖我这个面子。先观察下入口的情况。员工卡吗？通过。这是最新的身份识别技术吧？将人的身体基因层面的信息封录在卡片上，通过天眼进行核验，其实是最高超的易容术，只能改变容貌甚至骨骼，但是绝对无法复制目标的基因信息，几乎完美的识别体系。不过放眼天下，能够混进去的人屈指可数，本尊也是例外之一。想当年潜伏刺探的事也没少干呢，有些忌眼了呢。得罪了，借你身份一用。超绝变身法门，法相众生。法相众生，复制目标对象所有基因信息，只有太乙玉清境界方能实现的超级秘法，完美。这身体有些内分泌失调，脾胃虚寒，这种小病我就帮你从根子上治好作为回报吧。好了，然后是隐身法、金刚结界、岩石环神秘法，这样他的安全就万无一失了。请出示识别卡。天眼通、和光同城。核验通过，请进。谢谢。小试牛刀，第一关轻松通过吗？那么守在第一层的高手是谁呢？谢谢。小试牛刀，第一关轻松通过吗？那么守在第一层的高手是谁呢？我去，这不是不可不戒色吗？修炼天怀精神罗汉法门，走火入魔，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被世人所唾弃。明明只是个单纯的傻和尚，却收获一身独步天下的魔佛双修的金刚冥王罡气，不动如山，被动触发，万法不侵，万力不破。就连本尊也只能制服他，却没法消灭他，最后打成了好兄弟。我说怎么有段时间没看到他了，居然在这里看大门。叶天宇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这家伙神经大条，应该能轻松通过。我去，什么情况？难道穿帮了？哪里出问题了？喂，昨天你爽约了，人家在好跳等了你一宿，你干嘛去了？这可是为了你精心准备了一场脑洞大开的约会呀！啊，他们还有这一腿，这也太巧了吧！这身材直戳不可不戒色的口味，加上他那反差萌，反倒是为妹子们的心头爱。你要怎么赔人家这片被辜负的真情？我去，放开我！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不放开。你喊破喉咙，我都不放开。还好我知道怎么对付这家伙，不然真的就麻烦了。狠狠地扇他一耳光，然后把问题抛给他。什么原因你问我？你不会自己想吗？对不起亲亲，我错了，我反思。没想清楚别来找我，我要工作了。哇，好险啊。啊，每隔20层电梯就换一次，
为了防止潜入者一路直升顶层，思虑周详，真是叶家的风格。这层的守门人会是谁？啊？糟糕，算胜！吴应生，此人天赋异禀，过目不忘。本是东方世家第一谋士，唯独败在文玉峰的天算神术之下。东方世家落败之后，这家伙也失业了，没想到也藏在这。你是谁？周敏慧。我问的是你的真实身份。吴先生，您在开什么玩笑啊？我只是上去办公啊。这栋大楼上至董事长、总经理，下至扫地阿姨、清洁工，合计2316人。每一个人的名字、性别、职位，每天固定的工作任务，我都一清二楚。周明慧是五楼行政部一个新进文员，入职187天，今天的工作任务和20楼以上的业务区没有任何交集。啊，是我的上级今早临时通知的。你上级叫什么名字？怎么办？怎么办？能在这个老头面前说谎的人还没出生啊！有了，乾坤倒转也是宝，乾坤无定。一动不动。这个法术能够任意操纵周围时空的流逝，圣尊独门绝技。圣尊，果然是你呀、啊！嗯哼，没错，是我。圣尊此番装扮悄悄前来，不走官方渠道，又没有大动干戈，是找叶家主有什么重要的私事相商吧？跟你们这些聪明人打交道就是方便，那么你能行个方便吗？方便，方便。如今在下给叶家打工，求个安身之所。圣尊与叶家家族渊源深厚，私事更是能够加深这种深厚的关系。在下顺水推舟，做个人情也是应当。老狐狸，难道在哪里都混得开？不愧是算胜，待在这里不会大材小用吗？天下初定，要的不是我这种搞阴谋、搞分裂的老东西，要的是建设人才。老夫失业了，得罪了太多人，想要有个安身之所，一世难得。还望圣尊体谅。理解理解，那么我可以上去了吗？老夫这关没啥问题，只是上面还有三个家伙嘞，另外两个应该没什么问题，老夫传你应对之法，只是还有一位圣尊的老熟人，只能靠您自己了。谢谢，此番帮忙日后相帮。上面还有三个家伙嘞，另外两个应该没什么问题，老夫传你应对之法，只是还有一位圣尊的老熟人，只能靠您自己了。谢谢，此番帮忙，日后相帮。不客气，不客气，还望圣尊罩着。好说，好说。啊！这声音好熟悉啊，有种不好的预感。天下无敌的圣尊既然来此，全和如此鬼鬼祟祟。我去，见到第一人，剑痴宇文峰。这位大人，您认错人了吧？我只是集团的员工，上来汇报工作的。外表可以改，内在可以变，唯独人之神韵不会变。圣尊乃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一举一动所展现的气质，在下不可能认错。这里没有其他人吧？除我之外，并无他人，圣尊大可放心。你这最新见到极境的剑痴，为什么会在这里看门？他们到底给了你什么条件？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向圣尊求剑的机会。啊，周五练剑啥时候不行？为啥偏偏选在这里？神州初定，能够让圣尊有心对招的机会少之又少。有一个人告诉我来此处等你，机会自会到来。又是文玉峰那家伙的鬼主意吧？我以人中无敌，圣尊则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更高境界，若是称作半神之境不为过，让我为之着迷。你这话要是旁人听起来很尴尬呀。还请圣尊接我一剑。来吧。无上剑道，一剑归。
去吧。我只是见到第一人，这也是见到极致。只是朴实无华的拔剑刺向对手，却在一瞬间行云流水一般完成这一切。换作普通人，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死。但对能够任意操作周围时空流逝的我，却还是没有危险。本尊也希望未来能够有能跨越壁障来到同一境界的对手，虽然不知道有多久，此招便是我助你开悟的领悟，有着书上无上道印的印证。如何？谢圣尊赐我机缘，我可以上去了吗？谢家主早已等候多时。啥？他都知道了？是。那我这半天在忙活什么呀？我去。圣尊，你的道心乱了。顶楼叶家总裁办公室。多年不见，真是好大的阵仗啊！就连这间屋子里面也都布置了这么多暗阵。曾经那个精于计算的叶家长女，如今也是天下第一商帮的掌舵人了。圣尊认错人了。圣尊请坐。你是谁？叶青雨呢？她是我母亲。你就是传说中极少露面叶家新任掌舵人叶听雨的儿子？圣尊此次微服前来是有何事需要我叶家暗中配合？哦，你怎么知道我此次来的目的？外面那几道结界只是个诱饵，四面八方每个男女都不有任何探子。圣尊刚到此处，我便是知情。哦，也许我是来兴师问罪的呢。若是圣尊想来兴师问罪，外面那些结界可防不住，所以我便暗中试探。从圣尊上楼开始，不可不戒色，吴老先生都是用来试探圣尊目的。若是圣尊怀着恶意前来，我此刻早已身处万里之外，你也见不着我。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啊，心思缜密，也狡猾得很。这是对一个商人最高的夸奖。圣尊此来有何事？但请直说。早就听说叶家新一任当家人年纪轻轻，心思缜密，手段也不输给他的母亲叶听雨。圣尊大人过奖了，都是母亲大人对我的教导。想当年我和你母亲交情不浅，她对我有救命之恩，那时候还没有你呢。不想这么多年，她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圣尊此来若是想叙旧，可以再约时间，我的安排是以分钟计的。分钟？麻衣神术最高秘法的九州小乾坤法居然被拿来传递情报做商用，普天之下能够有此财力和人力布下此等奇阵的人屈指可数啊。分钟。麻衣神术最高秘法的九州小乾坤法居然被拿来传递情报做商用，普天之下能够有此财力和人力布下此等奇阵的人屈指可数啊。小小年纪便是李万基，情形不错，想我在他这般大的时候还是个在江湖中挣扎求生的江湖小子，这小子的前途不可限量。叶听雨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商场如战场，只要能提高效率，钱对我来说只是一组数字，早晚都能赚回来，所以圣尊有话直说吧。好，爽快。我希望你们叶家立刻停止天下第一猛药烈阳散制造与扩散。办不到。好险，拒绝的这么干脆，哪里把本尊放在眼里？不敢。圣尊若是想进，只需要发布一道圣令，神州之内谁敢不从？又何必像现在这样悄悄前来，浪费双方的时间？此物为祸江湖甚深，留在世上只会制造更多残局，本尊私下来有此要求，你都不能答应。我乃叶家新任当家，若是随便来一个人，随便一个要求，便要我停了城，叶家岂不是？烈阳散本身只在极小范围流通，不知圣尊为何执意要停？这烈阳散乱人心性，祸害无辜，本就不该存在于世。即使没有烈阳散，
这天下祸害人的猛药要多少有多少，圣尊您查得完吗？封得完吗？叶家小范围流通了阳散，背后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牵涉圣法，岂能因为圣尊一句话说停就停？放肆！你怎么有点眼熟？本来圣尊开口了，莫说是这区区烈阳散，就算是要我叶家原地解散，只要圣尊一句话，我叶家又岂敢说半个不字？这天下又岂敢说半个不字？只是不知这天下，只是如同圣尊一统神州所说的，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还是说那些只是场面话？天下就是圣尊您一个人的天下。好小子，拿我的话来赌你的嘴。此时此刻，我若是横行霸道，逼你照办；若是传扬出去，说我失信于天下，人就不好管了呀。正是，圣尊若无别的事，就请回吧。哼，年轻人就是年轻人。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何不肯卖本尊这个人情。但是你若是以为本尊这么轻易就被你打发，你就太小看本尊了。就让你知道，本尊能够统一神州，靠的可不仅是一身的本事。你想怎样？天下出地，治国是安民，安民便是要理财。叶家是天下第一商帮，本尊前来求教已经时日，为了天下安定，叶家主不会拒绝本尊吧？放开小子，本尊若是天天跟在你身边，你那一次烈阳散，我就给你搅黄一次，看你能忍多久。圣尊日理万机，天下百废待兴，一个人掰成几个人都不够用，哪里有时间一直待在我这儿？你说几个人？你以为你在这众多惊世豪杰之中脱颖而出，力压群雄？既然本尊私下前来好言相求不行，那就只能换种方式。这招元境法相不费些精神，不能长时间施展，不过维持七八个月还是没什么问题。儿啊，知道咱们圣尊的厉害，母亲，退下吧，换我来。是。真是许久不见了呢，圣尊，一来就给我儿子一个下马威。好久不见，天宇，时隔这么多年，这个女人还是让我心里发毛。圣尊为何如此执着于烈阳散？只是我一朋友深受烈阳散之害，还有多少江湖豪杰深受其害？若不是你叶家为了江湖正道，我一定找他关门大吉。圣尊可知这烈阳散的本名？烈阳散真正的名字是叫送子观音的一种神药。送子观音，我去，还真是。这本是治疗女性不孕不育的神药，曾经帮助了许多无法生育的人实现了拥有下一代的梦想。也包括我。我去，还真是。这本是治疗女性不孕不育的神药，曾经帮助了许多无法生育的人实现了拥有下一代的梦想。你也包括我。啊，你？没错，我二八之灵，天魁却始终不治。家里遍访名医，诊断我为孤阴之身，这辈子注定孤独终老，无儿无女。最后我找到了药王谷，求得了此药配方。药王谷？药王谷济世救人为宗旨，莲心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害人之物？哦，怎么圣尊也认识莲心？他可是很怕见生人呢。一心钻研仙道，已属之极致。那是六年前的事了。哎，喂，现在是我在问你吧？别扯开话题。哼，送子观音药性神奇，女性服之，滋阴润身，垢体再造，可是绝地重生，三日内必能珠胎暗结。但也因为药性过于强烈，通体灼热，情火催生，也有用心者拿来害人。这难道要怪药和医者本身吗？既然你都清楚，为何还要在拍卖会上将烈阳散流出？唉，这都是为了保护莲心，也想要保住这能拯救万千女性的奇药。
你离开叶家不久，江湖上便出现了别有用心的邪恶之人，滥用此药害人之用，继而愈演愈烈。我曾极力阻止，却始终防不胜防，那些恶人甚至会搜寻不孕患者前来求应，所以我有了一个计划。叶家一边终止了送子观音对外的销售，换之以二月春风的名字，并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杜绝此药的流出。而后以炼阳散的名头在黑市继续少量流出，久而久之，江湖便只知天下第一猛药炼阳散，忘了送子观音，而这二月春风则继续造福患者。换汤不换药，真像你这个女商人的作风啊。嗯，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换做你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可是这些流出的烈阳散也是为祸不浅啊。没有烈阳散之前，江湖上仍旧有奇效同欢散、烈火一只柴为祸江湖，而这送子观音却拯救了比这数以千倍渴望求子的家庭。烈阳散的小范围祸害换取对千万不孕家庭的拯救，换作圣尊该如何抉择呢？停停停，论理我说不过你，你赢了。但是我那朋友被这烈阳散坑害不浅，既然你已找到控制二月春风的使用方法，你能否停拍此物，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五个？这什么？喂，你当这是菜市场讨价还价？五个太多了，两个，最多两个。四个？不行，还是太多了，三个，最多三个。成交。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你怎么答应的这么痛快？因为莲心已经研究出了新药，副作用已经没了呀，所以我们本来也打算停了此药。我去，我懂了，你们母子俩联合起来套路我是吗？从一开始你儿子下套试探我，跟我对着来，想要我生气，以此来探明我的来意，再到你出场来和我谈条件，从始至终我一直都在你们下的套里。自你冷酷无情、无声无息、静悄悄地从我身边人间蒸发的时候，比起来确实进步了很多嘛，能看出来上人的门道了。喂，什么叫悄悄？我只是不想给你们惹麻烦。哼，小猫小狗养了一年多，又是疗伤又是共吃共喝的，就算要走也会道声珍重，只有冷酷无情的人呢才会突然失踪，不带走一丝尘土。喂，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怎么突然提这茬？我那是万不得已，再说了，你对我的收留之恩我也有感激你啊，不然哪有你叶家今天。就算两两相抵吧，所以接下来就请圣尊你还我人情吧。这么快？你是不是早就算计好了？你这奸商，你也总把我想得唯利是图，这事很紧急，刚好满足条件了，我就只能刻不容缓。少唬我，有什么事能让商场上无往不利的天下第一商人叶听雨都办不到的？就算是我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喂，你怎么了？你突然这样，我们还怎么吵下去？其实你可以不要用商人的手段来伪装自己，就算不是交易，咱们相识那么久，你有什么困难我也愿意尽力来帮你的。救救我们的儿子和女儿吧，我已经没办法了。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说这孩子像谁呢？这和我少年时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呀。我们是什么时候有的孩子？我走之前对你恭敬守礼，从没有越轨之举。哼，谁要你恭敬守礼了，笨蛋。我们是什么时候有的孩子？我走之前对你恭敬守礼，从没有越轨之举。哼，谁要你恭敬守礼了，笨蛋。啊，你说啥？一切都是冥冥中的天意，送子观音合之已久，女子服之功效如前所说，男子服了就婚。男爱吃了会怎样？18年前我备好的药酒正要喝下，却被伤势意外打晕。18年前。什么事？漕运的船只在码头出了问题，老爷喊你去商量。知道了，帮我看着房间，不许别人进来。还有，你这个烂酒鬼，绝对不许偷喝桌上的酒。好，这顿我记得。然后呢？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你倒在桌子上，酒也被你喝了大半，
接着呢？接着我当然得把剩下的酒喝了呀。所以呢？所以第二天我在床上醒来的时候，你还在我身边呼呼大睡，我就。早晚有一天你会离开我的吧，你这个木头人。你就什么？我就给你摆回桌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免得大家尴尬。为啥？我林云峰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吗？当时的你如果知道这事，会永远留在叶家，留在我身边吗？为什么你觉得我会？你会。不过自我在行商途中捡到你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的世界不在我身边。当年的你意志消沉，嗜酒如命，我居然会让你帮我看门，那是我唯一一次做了一笔亏血本的买卖呢。你不过这次从你这里要来的三个人情，天下无敌的神州至尊的人情，终于让我给赚回来了。哼，还是说说孩子的事吧。他们怎么了？儿子虽然有点冷淡，但是和他一样能在我面前始终保持如此冷静的同龄人，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找不出几个，就是锋芒太盛，不知收敛，会得罪不少人。啊，不会是有人要对他不利吧？从一个商人来说，他确实非常的优秀，优秀的远超同龄人，在商场谋略和胆魄上，连我也自愧不如。是啊，我刚才虽然被他摆了一刀，但是我挺替你开心的，培养出了这么优秀的儿子。现在不知怎的，我也有点开心。其实他不是我们的儿子。啊，那是生。那是我们的女儿。啊！小声点，你不是一直都很稳重的吗？这已经把本尊的三观震得稀碎的事情，你让我怎么稳重？到底怎么回事？快说说吧。收下他们兄妹俩之后，叶家的事业正处在动荡之际，父亲作为宗家之主，只得我一语。在那战乱的时代，外有商家对手虎视眈眈，内有分家时刻觊觎，我若不能接手，则叶家必将分崩离析，所以我几乎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家族事业当中。你能以一人之力扛过那段动荡的时期，还将叶家做成了天下第一商帮，其中的苦和累不足为外人道，我能将神州一统也多得你的助力，不愧商圣叶听雨之名。即使是现在，我也非常的后悔，我如此拼命地投入在家族事业上，而错失了对孩子的陪伴和照顾。唉，所以孩子就成了现在这样。他们兄妹很心疼我，非常的懂事，但是他们六岁的时候被绑架了。什么？你怎么会这么疏忽？这把椅子是300年前第一人武当掌教武玄通的心爱之物，雕圣龙应图离世前最后一件雕物，传世孤品，记得赔。你这家伙伤心不改，从认识你开始就没变过。承蒙夸奖。刚才被你设计，现在可别想再给我下套。乾坤小转。怎么样，完好如初？如果当初。你在说什么？怎么样，完好如初？如果当初。你没什么。那次绑架发生的非常突然，也非常的蹊跷，至今我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那日我按照叶家惯例对各地的核心产业查账。大小姐，大小姐。跟在我身边那么多年，教过你多少次了，遇事不要慌张。怎可能，那些保镖都是当时数得上的高手。事情就是这么离奇，小少爷和小姐就这么失踪了，只留了一封绑架信。
快随我回去。我动用了家族所有的情报资源，都是废物，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能够在这么多高手的保护下掳走他们，绝非等闲之辈。能够请得起如此高手的，就算靠排除法不难锁定目标吧。商场如战场，又不似战场，若是两人互相搏杀，无非一死一伤或者同归于尽，而商场拼斗败者，整个家族几百号人可能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所以敌人很多，各个机关算尽，小心谨慎，弄出这般动静，线索几乎不可能找到，根本无从推测，谁都有可能，就是谁都可能不是。那后来是怎么找回来的？一直没有找到，只是突然一个月后。小姐，小姐，有消息了吗？少爷和小姐回来了，就在门口了。那怎么不接进来？少爷不许任何人接近。那后来呢？他们是怎么？后来他们两个便性情大变，儿子除了我和他的妹妹之外，对所有人都冷酷无情，没有一点怜悯之心，而女儿她，若是哥哥在家，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日三餐洗漱更衣，从不出来，只有我和他哥哥能够进去。每当哥哥出去办事，他就会变成那样，仿佛自己就是自己的哥哥，帮助哥哥处理着内部的所有事情。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找我呢？我是一直关注你的情况，孩子们虽然从来没有问过我他们爸爸的事情，但是我知道在他们的心里，爸爸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可是那个时候的你四处征战，名动天下，仇家很多，对你对孩子们来说只会招来更多的威胁，所以我不能找你。从我认识你开始，你就是个爱逞强的人。你想说什么？偶尔依靠一下别人，比如我，也不是什么伤自尊的事吧。我也是靠着无数的生死兄弟的帮助，才有了现在的我。那你有什么办法？心病还需心药医，我来试试吧。他心通。他心通第一层，能够感知目标的所思所想所感。龙尚大人和圣宗在里面谈了许久，结果怎么样了？这个圣宗果然不同凡响，不怒自威的无套气势和见所未见的超绝法术，差点让我心智溃散。不行，我还是不够强大，大哥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只能靠我来保护小妹，我一定要变得更加可靠才行。到底该怎么办？果然是有问题啊。谁？收。怎么样了？完全就是个独立的人，他把自己当做了保护妹妹的哥哥，而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强大。之前也有找过他心通的人，试图了解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对症下药，但是更加的强大。之前也有找过他心通的人，试图了解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对症下药，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并不是想装作一个哥哥来逃避，而是真的将自己当做了保护妹妹的哥哥。连你也没办法了吗？人有六十，耳眼鼻舌身意，他心通第一层只能两意，用来窃取情报还行，但是要处理此类情况还不行。
那就再往下一层。再往下一层？再往下一层便是心意出动之时，万念始生之际，佛家称之为莫那时的第七识，儒道则称一己之识。他心头能打了意之人不少，而能知一己之识的人已是不多。他心通第二层参念头。一起之时，弹指间生命四百之数，可观一之音。我好弱啊，我要变强，我要变强。大哥，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如果是他一定不会这样，我要像大哥一样才能保护小妹。能不能拉拢圣尊？不行，除了母煞大哥还有我，没有人会真心对小妹好，你不能懦弱。哎，全部都是想要保护妹妹的念头。可恶啊，居然让本尊心口一紧，这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啊？要保护小妹，怎么办？怎么办？啊，有什么发现？大概是孩子内心强烈的呼唤着想要保护他的人，才形成了现在这个人格，想要能够时刻保护自己。可恶，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啊，这些年我也一直在追查，始终没有线索。儿子和女儿也始终不肯开口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哎，这样还是不行啊，只能推测出到底是什么原因。明明知道女儿这么痛苦，我却不敢在她面前表现出担心的样子，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要让孩子感受到安全。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会疏忽大意，我真希望对方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要伤害孩子。还是没办法吗？他心通还有一层，可知一切。那你怎么不使出来？哎，再往下便是佛家所言阿赖耶识，是为心之根本。相较第七层的一起之时，此处所藏一切无边无际，要能固于此境而不迷失，须得心性明净。入非想非非想处，须得极深定力之人。我虽可进入此境，然我征战不止，念头霸道，若是强行进入，恐伤及他的元神。那该怎么办？普天之下还有一人可入此境，净念山门的碧海仙。啊，你知道他？唉，佛门圣地净念山门的碧海仙谁人不知，我已寻访他多年，可是他行踪隐秘，神龙见首不见尾，一直无法找到他的踪迹。其实我有办法找到他。你说什么？那你怎么不早说？好尴尬呀，又让我想起一段不敢回想的往事。没什么事，我干嘛要去找他呀？那还等着干嘛？带我去找他呀！我们叶家刚刚搭建好的万里神行系统，神州之内哪里都能去。喂，等等，等等！又怎么了？啊？难道你就不想早点治好女儿吗？唉，当然想啊。等我和他联系一下。联系？怎么联系？我和他有些不可言说的联系方法，总之你先等等。不可言说的联系？你们星矢元法灵韵。碧海星，碧海星，你在吗？啊，圣尊终于有时间寻我了。我这有事相求。我在药王谷，圣尊请过来吧。啊，在药王谷，我们走吧。我就不去了，就请我们的九州圣尊速去请人吧。啊，刚才不是你说要一起去的吗？哼，既然是圣尊不可言说的老熟人，我去不太方便吧。刚才不是你说要一起去的吗？哼，既然是圣尊不可言说的老熟人，我去不太方便吧。
圣尊，请快走吧。好，我会尽快回来的。药王谷。啊？许久未来，药王谷怎么变得如此热闹？滚开！没见我家老爷要看病吗？你怎么能插队？这可是讲先来后到的。就你们这些平民也敢跟我家主人论先来后到？我们可是为了求医排了许久的队，大家都讲规矩啊。规矩是给你们这些底层人定的，知道我家主人是谁吗？就算老子把你打死也不用负责。给我滚。乾坤我。手，我的手怎么了？放肆！是哪个敢搞事情？你们干什么？我要抽你们鱿鱼！许久不见，这里变得热闹了许多呢。你怎么来了？我来寻碧海心有事，他人呢？姐姐就在谷内呢，你去寻她便是。药王谷的规矩不是只收怪症绝症的吗？一年也不见几个吧，怎得现在如此光景？因为我是个大夫啊，如果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规矩都是用来打破的。自从认识你以后，人家才想明白这个道理呢。辛苦了，不过为什么外面要排两队啊？人家时常义诊，就会有些人借着义诊之名向我表白，我怎么拒绝都没用。为了提高义诊的效率，人家就告诉他们，若是想要表白的，不许插队，另排一队。人家有空的时候再一一拒绝他们。这些人还真够执着的呢。这些人一个个身上都散发着浓浓的雄性动物发情的味道，都是用心不正，看人家脸的，都不了解人家，凭什么就说喜欢我？我帮你打发了，你继续看病吧。好呀好呀，真是帮我解决大麻烦了。你呀，从认识你开始就没个规矩，你就继续看诊吧。这是怎么了？脚怎么不受控制了？喂，是谁干的？林星君，不要啊！我还会再回来的。药王谷是神州五大秘境之一，若无谷内之人引路擅入谷者，必定迷失其中，死路一条。其中神秘至今未解。圣尊，你来了。普天之下，唯有他是我最不敢面对的人。我啊，许久不见，为何圣尊还是对人家如此拘谨？我是有多可怕，才让圣尊生出不敢面对人家的念头？哎，这一连脱身的法门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他。圣尊不必有任何亏欠之意，一切都是我的决定。即使一连脱身，为啥我却没法感应到你的所思所想？并非如此，我只是心无二念，念生则言传，故而圣尊与我之所感，即我之所言，并无二致。就如此刻我与圣尊重逢，心生欣喜，若是不言，圣尊当也能感。哇，这是什么？很是清甜可口。这是两个小家伙，
在谷中寻得一处奇境所藏，似乎是五百年前诸法未生之时所遗之物，又自疑传称西瓜。是青天可口。这是两个小家伙在谷中寻得一处奇境所藏，似乎是五百年前诸法未生之时所遗之物，又自疑传称西瓜。小家伙？什么小家伙？这谷内什么时候有小孩子了？嗯，爹，你怎么来了？清空我地！太低，太低，太突然了，又是一点不变都没有。但是本尊遭遇这种连番冲击，应该已经适应了。淡定，淡定，不能再失态了。姐。这便是圣尊的独学乾坤我定，却是前无古人的旷世绝技呢。喂，这是什么情况？她叫莲生，我们的女儿。再离奇的原因现在我也能接受，不过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此刻我也清晰地感受到圣尊这几日奇遇不断，也该适应一二了吧。一莲脱生，莲花生莲子，怎么我没有告诉过你吗？我知道不知道你比我更清楚啊，只有你知道我想什么，我却不知道你想什么。七年前神州仍旧纷乱，各方势力已然奇谋尽出，信义无存，今日联合，明日背叛。我身边的五行共同一口，战友们不断战死，直到只剩我一人。前路漆黑如永夜，我心已如灯油尽，死光了，死光了，都死光了，那我唯有杀啊！杀尽祸乱天下之人，杀尽背信弃义之人，杀尽分裂国土之人，杀尽心怀恶念之人。那日我因悲剧入魔，化作真正的九州杀神，心怀恶念之人何其多，杀之不尽，杀之不绝，由南到北，自东向西，除之不断，越杀越是绝望，越是绝望入魔越深。青年山门碧海星，你来干什么？我来渡你。你们净念禅法，出世寻佛，这世间事与你何干？我何须迷渡？如今神州连城一气，皆欲除你而后快，天下仇恨尽归你身，这便是你要的神州统一。你并非该杀之人，滚吧！既我非该杀之人，我走与不走有何区别？杀！还不滚！难道白白送死，浪费一世功名修行？你能为苍生入魔，我便愿为你弃佛。一派胡言！杀不为天下，只为复仇。那你便来杀我吧。苦心经一连脱身。难道亲一下就会有孩子？确实未曾告诉过你呢。那日你魔气散尽，却也不复生机，若不救治，必死无疑。我便带你来到这药王谷，找莲心帮忙。难怪，我醒来后便是在莲心的药炉里。那之后你对我做了什么？一莲脱生之后，你我已是双生一心。在莲心的护持下，我又对你用了本宗最高秘法一莲再生。虽然过程异常凶险，但是得到的结果便是你身心再构，误打误撞达到这旷古绝今的无敌境界，太乙玉清境。
既然孩子都知道我是他爹了，为何不带他来找我？并非不想，而是不能。难道又是担心孩子的安全？他只能再活一年。原本我打算再有半年，如无进展，我便带他去看遍天下，顺道去找你。这是怎么回事？他只能再活一年。原本我打算再有半年，如无进展，我便带他去看遍天下，顺道去找你。这是怎么回事？莲儿天生怪病，一旦有伤口，血流难治。我便带他来药王谷寻莲心诊治。药典上记载，此病称为琉璃体的绝症，目前尚无药可医，天溃已至，血尽而亡。莲心也没办法吗？我与他一直在寻找解救之法而不得，中间有多撕心裂肺的苦痛，这孩子却始终不喊一声痛。我知他是怕我担心。真是的，李莲脱身真的麻烦，明明是你在流泪，却让我这七尺汉子也感同身受。是吗？西域、北莽、南荒、东海的神医我会通通寻来，有不来绑我也会把他们绑来，召集天下名医一起为他诊断，如需什么药草灵丹，上至九天下至九地，我也会去寻来。现在抱抱他吧。乾坤我定结。爹，你是来看我的吗？莲儿一直都好想你啊。散尽护体金光，不能用力，要轻轻的，轻轻的。六绝绵生。对不起，爹让你久等了。爹，我还想骑脖子，我早就想试试了。好啊，坐稳喽。爹能带我飞吗？没问题，抓紧我的头哦。哇，爹，你给萱萱姐姐摘的星星也能给我摘一颗吗？你怎么知道的？我看到的呀。这是什么情况？上天就是这么奇妙，在夺走了某些东西的同时，也会给予一些什么。这孩子自打懂事开始，足不出户便能看尽天下。这已是全知之境。并非全知，此间差别甚大，可称之为权势。足不出户可见天下，所以他可崇拜你了，可谓时常在你身边。真的吗？嗯，那老爸好帅气，那个不动明王好酷，欺负萱萱姐姐的坏蛋都打飞了。糟糕，又不淡定了，怎么被孩子一夸就会这样？弟弟，可以用那个不动明王帮我抓小鸟吗？没问题。你先陪陪孩子，我去叶家看看有什么进展，我再通知你。好啊，一切就拜托你了。娘，一定要治好叶家姐姐哦。嗯，你和爹爹玩吧。那我们开始抓小鸟吧。嗯，爹爹轻点抓哦，不要伤了鸟哦。好嘞。冥王拈花，哇，太酷了！风大哥，你还没走啊？那就留下来吃个晚饭啊！好啊，许久未尝过莲心的手艺了呢。莲心姨，你回来了，快来看爹爹抓的小鸟！我看看，我看看，哇，好可爱啊！莲心，你多大的人了？怎么也像个孩子一样？哼，人家都当娘了，已经不是孩子了。就是，莲姨也是个超级好的娘亲呢，对竹子哥哥可好了呢。啥？你啥时候当娘了？有孩子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给你包个红包啊。红包是什么？这个嘛，是外面庆祝朋友有了孩子的一种习俗吧。这些东西莲心不懂，有了我们的。竹哥哥，是竹哥哥，竹子，竹子，竹子，怎么了？
快快醒醒啊！你别吓娘。竹子哥哥，你怎么了？不要慌，他只是被震晕了，并没有受伤。真的？亏你还是个大夫呀，真是关心则乱。对啊，我是大夫啊。真是的，早就跟他说别再弄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了，他就是不听，这都第几次了，等他醒了我一定要狠狠揍他一顿。可是竹子哥哥很厉害呀，做出来的东西都好神奇呢，外面都没有呢。就是不听，这都第几次了，等他醒了我一定要狠狠揍他一顿。可是竹子哥哥很厉害呀，做出来的东西都好神奇呢，外面都没有呢。厉害有什么用？能治病救人吗？不好好跟我学习医道，还怎么把药王谷传承下去？爹，你来了。是啊，我来。爹！哇，好高啊！峰哥，你干什么？好玩，太好玩了！峰哥，快接住他！别急，马上。火天士，好软呀！哇，这就是天空和大地吗？药王谷真的好小好小啊！峰哥，快把它弄下来！好。爷爷，我想滑下去，能弄个滑梯吗？好，好。哇，好壮观啊，这个世界真的好壮观啊。爹爹牵住我。太好玩了，爹坐了一次好吗？天上的景色我还想再看看。我也想玩，我也想玩。乾坤在一起。哇，这是什么法术？好神奇啊。峰哥，你在谷里的时候还没有用过呢。这是是我在外征战时开发出来的了。喂，现在是说这话题的时候吗？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啊？你的儿子他刚才叫我爹。没错呀，你就是他的爹啊。等等，等我一会儿。道心。道心，镇定，不是该习惯了吗？不管我记不记得，反正一定又是再次被当成工具人了。呼吸，深呼吸。事到如今，没什么好大惊小怪了，搞清楚原因就行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们会有了孩子？你说竹子吗？碧海星姐姐来此，找我一起帮忙救你的时候。刚好我为了解决给送子观音副作用的研究，就顺便借你用了一下呀。为什么会用到我？太古之时有神农尝百草，经由我联系以身试药呀。你经过我同意了吗？怎么能这么对我？我当时问过你啊，如果不同意就答应一声，你没有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呀。峰哥，莲心为救天下不能生育的女性姐妹们决心以身试药，需要一名男性配合，然而莲心从未出国，遇到的男性只有峰哥你了，只要借你一用就用一下，你若是不答应就说一声。峰哥，那你就是答应了。多亏峰哥你呢，我才终于解决了送子观音的副作用呢。听叶姐姐说疗效很好呢。突然感觉能够帮你完成这么伟大的事业，我也无话可说了呢。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可不能再这么自作主张了，听到了吗？知道了。有了竹子陪着人家，莲心也很开心啊。后来海星姐姐带着莲生又回来了，谷内也更加热闹了呢。是啊，自从你的师父离世之后，你一直是孤单一个人呢，谷内难得这么热闹。可是
人家感觉自己好没用啊，不仅治不好连生，竹子又不听话，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愿意继承药王谷的医术。风哥，你是竹子的爹，你也帮我想想办法吧。唉，曾经我的爹娘都希望我好好读书，学习兵法，而我却喜欢舞剑弄棒，惹是生非，后来便入了武之一途，在那乱世之中和一群生死兄弟们拼死不杀，才打下这片安定神州。风哥，你想说什么？虽然你我都是初为人母，初为人父，但是孩子不是实现大人愿望的工具啊，兴趣才是最大的老师。虽然我不知道儿子在做什么，不过既然他能这么喜欢，我想咱们就应该全力支持他。那药王谷的船长怎么办？既然你都打破了药王谷的规矩，开始义诊了，有没有想过开办一个医学院，将你治病救人的本事传授给更多的人呢？啊，他是老爸，你也以为这是活人吧？这个大姐姐一直都一动不动地站在这里呢。胡遮透视。这是上代文明的人傀儡术吗？构造和现代的完全不同，没有复魂，也没有驱动傀儡行动的灵化炉。里面的人已经死去许久，居然能做到尸骨无化，这柜子可是有着比玄冰棺还要厉害的功能啊。啊，竹子、连生，你们来了。铃兰姐姐，铃兰姐姐，我们找老爸来帮你了。刚才相片里的女孩。真的吗？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的爸爸很帅气啊。老爸可厉害了。你是被什么法阵封印在里面的？为什么我没有感受到一点法力波动？这只是我的虚拟形象，真正的我被困在更下层的安全屋里。虚拟形象又是什么？是幻术还是身外化身？没想到500年后的世界和我们那个时代变化那么大。我说的你听不懂，你说的我也很懵呢。老爸，这不是什么法术了，这叫显示器。500年前的世界和姐姐一样的人们都是通过这东西联系的，千里之外都能互相交流呢。啊，这东西可以千里传音，这个世界能做到此境界的人屈指可数啊。铃兰姐姐教了我们很多神奇的知识呢，有数积分、童话故事，还有机械电子。竹子哥哥发明的这些东西也都是铃兰姐姐教的。这就是引发末法时代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技术吗？姐姐，你怎么了？那今后姐姐不能再陪你们了。这个基地的能量即将耗尽，姐姐的身体也快不行。不要去，老爸会帮忙解决的。别急别急，老爸会想办法的。我怎么能帮到你？不用了，我已经快不行了，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有竹子和连生能够陪我，我已经知足了。老爸，快快把姐姐救出来！娘亲一术神通，一定能把姐姐救活的。为什么你会被困在这里？5年前，我们的世界爆发了毁灭全人类的战争。我的爸妈带着我们进城，本以为可以躲过灾难，却被敌人找到了我们。我的爸妈将我藏在了这里最安全的房间里。爸妈，放我出去！我要和你们在一起。女儿，这里很安全，你一定带队爸妈要活下去。就好像过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不知道过了多久，我醒过来，爸妈却已经不在人世了，没有人能够放我出来了。我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和爸妈躺在一起。姐姐，姐姐，不要啊！老爸，你那么厉害，快想办法帮帮姐姐吧。
好啊，老爸也想见识见识500年前的技术呢，带我去吧。老爸，快来快来！老爸，这里面好像有可怕的奇怪湖阵，娘亲和海星姨都没有办法进去呢。你们先出去等着，待为父来破阵。老爸加油！老爸要小心啊。嗯，好。金刚法界。这是什么厉害的技术？居然快要打破我最初级的护身法界。护法文器。此门的材料世间罕见，坚硬无比，若是一拳轰开，恐怕里面的人也会受到影响。那就这么办吧。哎，连胜，快看看里面怎么了？老爸和铃兰姐姐没事吧？里面一团亮光，我什么都看不到。耶！终于出来了，颤抖吧世界！一出来就发现这么好的宿主，为了感谢你放我出来，我就大发慈悲地占有你的身体了。什么？快放开老子！果真有古怪，早就看你不对劲了。你以为你编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吗？满是破绽罢了。你说什么？第一，这里的神秘结界并不是防止外敌入侵的，相反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出来。其次，你那个充满爱的故事里，休眠舱内的两人，其中那个母亲受的并不是致命伤，她完全有能力先将你放出来。那你干嘛还放我出来？因为本尊天下无敌，不惧任何阴谋诡计，还有本尊孩子对你所塑造的那个铃兰姐姐的喜欢，本尊不希望让孩子们失望。那么他们恐怕是要失望了。这可是小型核能炉推动的最先进的高能镭射炮，死去吧！退而求其次，选择那个小男孩了。文心，哦，你我素不相识，你欲夺我性命，我消灭你也无可厚非吧。对不起大佬，我飘了，请饶我一条狗命。谢谢大佬不杀之恩。随你啊！
可是几千年前的智慧苦肉计，人类在精神上果然还是没什么进步。铃兰意识空间。是怎么经历的？今天他的事情是怎么可能有人进入这潜意识空间的？哼，你惹错人了，好惊恐！前《情缘太多》第二季正在筹备中，敬请期待。相亲是修真道侣，10月4日即将上线，敬请观看。我只是个新时代被家里逼着相亲的良好青年，结果和我相亲的妹子们个个都是奇葩。御剑惊雷，这不就是我魔门一贯的作风吗？我说我要相亲，结果你们要和我结为道侣，让我修真，我只想好好学习啊。同时，我是凌云峰，在第一季里以无敌之姿一统纷乱神州，还没来得及放松一下，突然发现单身狗的我在无敌之前居然结下我都不知道的情缘。事关我们的儿子。哦，我们的儿子怎么了？你女儿。是我呀，老爸。啊！我说这孩子像谁呢？这和我少年时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呀！他不是我们的儿子。啊？那是生？那是我们的女儿。啊！怎么了？没事，我只是感叹500年前的技术真是太厉害了，这孩子居然只是身体过于虚弱，一切并无大碍，只是他的神识有些你们的蓝姐姐没有大碍，放心吧，现在她需要安静，你们先出去玩吧。好。500年前的人类身体孱弱不堪，但是却有着一些不可思议的技术，等他醒来，你可以向他问一些过去的医术，看看有没有能够救助连胜的法子。好，风哥。圣尊，你快过来吧，我已经有了发现。我要先去叶家了，孩子们就辛苦你照顾了。好。竹子的喜好，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支持。我听你的，峰哥。帮我和孩子们说声再见，我会常来看他们的。爹！爹，你要去哪里？我……哎，走之前，老爸给你们变个大戏法好吗？什么是戏法？是摘星星吗？马上你们就知道了。看好了，翻山倒海，东海水来。又淹水了。别怕，你们抬头看看。这是什么鱼儿啊？好大啊！哇，这是什么东西啊？能吃吗？
爹，再见。怎样了？圣尊真是有福气呢，居然和听雨妹妹这么出色的家人有了孩子。这你得问莲心。倒是便宜了你这臭酒鬼，居然让海星姐姐此等家人为你这个笨蛋弃佛入室。好尴尬呀，该怎么转移话题呀？先看看孩子的事吧。还不快过来。有什么发现吗？你随我一起进去，进入他的无边识海就清楚了，光靠我一个人还不行。好，别担心，有我们在一定能找到办法。听雨，若是一会儿他有动静，一定不能让他乱动。好。他心思有风境界，业绩局。下去吧。怎么会这样？一般人的心海之中所藏人之一切过往，明镜多彩或阴暗肃杀，我从未见过有人的识海会是此番景象。心境之相乃是由爱憎欲之所限，一切记忆情绪构筑起了这一切，这表示他的内心充满的只有恐惧，心性静藏。他的本心在哪里啊？点赞关注我。可以放开我了。刚才是怎么回事啊？这大概就是他内心强烈的渴望保护的愿望所生成的具象实现，将他牢牢地保护起来的哥哥的心之本相。滚出去，不许伤害我小妹。这世间除你我之外，还有何人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心神？心性磨练都是经过千锤百炼，遍尝世间苦痛，加之以强大的心念，方能得此境界。这孩子有如此心神，必然有其因果，只是其中的痛苦和经历超出你我的想象罢了。接下来该怎么办？若是强行破禁，恐伤及心神。这便是我需要圣尊前来助力的原因。接下来还请圣尊在不伤及他的前提下，将他的全部心神集中在你这儿，我方能够进入其中探究本因。好，一切就拜托你了。就让我感受一下你保护妹妹的意志吧。快从这里消失，不许伤害小妹。天地法相。才不怕你，我和大哥一样厉害，绝对不会输，绝对不能输。很好，那就攻过来吧。晚雷。更厉害，会更厉害，是不听劝告的。在这个世界可不是这样战斗的，这场比拼就当是为父我教你的元神之战的第一课吧。
星之战的关键不是打击物理消亡，而是对恐惧与勇气、绝望与希望之间的较量。其中的关键是放下根本，我执去相信。这法界无垢，哥哥，妈妈，我好怕，我好怕，救救我，救救我！是谁？你是谁？哥哥呢？哥哥，哥哥，不要过来，走开，走开！南无清净药王符安神咒。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莫要抵抗，你出不去。只是因为世才的这招元境法相让你恐惧焦虑，这便是制服你的心之牢。啊？有什么发现？你呀、啊，观心则乱，我之所见，你也当见啊。点赞关注我。啊？这是？先出去吧。孩子，坚持，坚持一会儿。有什么办法？你们有什么发现吗？你是孩子的母亲，你该知道发生了什么。形同剑，我好怕，我好怕！我是好孩子，我是好孩子，为什么咬我？好痛，好痛！走开，走开啊！对不起，女儿，对不起。知道了孩子经历了什么，但是该如何治疗呢？这心疾说好治也好治，说难治却也是难如登天。姐姐，你快说该怎么办？我拼上这条命也要把女儿治好。药就在你们身上。我？姐姐，我若是女儿的药，早就该治好她了。换作圣尊，你若是被老鼠啃咬，蟑螂爬在身上，又身处死人堆中，会害怕吗？我一生大小数百战，在死人堆里打滚是家常便饭，这老鼠蟑螂在战场上都是维持生机的难得之物，早就习惯了。我虽为了风哥弃佛入世，命运让我有了连生，作为一个母亲，我便知道为了孩子，一个母亲能够付出一切，这便是母爱的力量。孩子年纪尚小便遭逢此难，内心缺乏强大支柱，牺牲恐惧将自己心封闭起来，逃避痛苦，而能够克服恐惧最好的药便是
敢于直面一切的勇气和感受爱的温暖。哦，就让孩子从你们身上感受勇气和爱吧。大势如来无量光，遍除一切秽，遍照一切法，般若大解脱法门，遍照明空。我好怕，救我，救我！海星姐姐，我们该怎么办？回忆吧，将支撑你们克服了所有绝境下走过来的那些最坚强的信念，完全的展现出来，遍照明空。能够让孩子亲身感受到你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与照亮你们的光。哦，在那个混乱可怕的年代里，我的家人和整个村子都因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理由被一群绿林山贼杀害了。爹娘小妹，击杀战，快拦住他！想不通，他们与世隔绝，自给自足，为什么会遭遇这种命运？点赞，关注我。什么？为什么？他们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为什么杀了他们？强者生，弱者死，老子就是道理，哪有什么为什么，想杀就杀了。哎，话说你说的他们是谁呀？不会是你的姘头吧？老子有没有享受过呀？区区炼气，给老子留下点伤口的资格都没有。区区炼气就能把跨两境的老子逼成这样，受死！你给老子带来不少乐趣嘛，甘恨怨恨去死吧。笨蛋徒弟，你可是为师此生唯一的传人，这么随便就死掉的话，谁来继承我的剑道？唯有一点他说的没错，强便是道理，若是想要让整个世界践行你的道理，那便你上无人，你下众生。天下那么大，我就算修炼一辈子也不可能达到师父的境界，更不要说天下高手多如牛毛，我如何践行我的道？我爹娘小妹能活过来吗？那时的我，绝望、迷茫、痛苦。
怎么回事？快，把他抬到车上。是你在我最绝望最颓废的时候重新给了我勇气。哦，我在你叶家混吃等死，干点护卫的工作，直到你父亲也因为劫匪抢劫去世时，你们叶家即将分崩离析之际，此难之后叶家有我便绝不会乱，此刻之后我便是这叶家新一任当家。你比我勇敢，刚刚承受着丧父之痛，还能扛起整个家族的危难，力挽狂澜，是你的坚强给了我勇气重新面对我的人生。我不是这样，我才是因为你才得到了勇气啊。是什么？天宇啊，各房族叔伯们都到了，叶家不可一日无主，族长没有儿子，要尽快推举出新的主事啊，不然叶家上下几百号人就完了。快把你父亲的事物交出来，快交出来。嗯，你是什么东西啊？一个外人凭什么管我叶家的事儿？滚开！在所有人都逼迫我想要把我逼入绝境的时候，你挺身而出挡在我的面前，才给了我勇气。此难之后叶家有我便绝不会乱，此刻之后我便是这叶家新一任当家。你给了我依靠，再加上我怀了他们兄妹俩，更是给了我面对一切苦难的勇气。之后数月，我整顿家族业务，清理家贼，对外重建商队，应对伤敌，终于让叶家度过了这个大危机。喂，邋遢怪，多亏了你。谢谢你，让我再次重新看到了希望。别哭。点赞关注我。是周围没有光，那便点亮自己，经历过最深的苦难，寻找到想要守护的东西，勇气就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承下去，才创造了奇迹。啊！对不住了，兄弟，请给他们带去希望。人反正都要死，苟且偷生有什么意思？我只想在死的那一刻，心中无悔，念头通达。那块手说，即使被你们叫做邪魔外道，我也在以我的方式拼上性命，寻找这个世界的答案。强的那个便是道理。我们九尾一族竭尽全身气力，也堪能护我妖族一时之平安。不是我深爱他们，而是若我弃了他们，我也没了安身之处。这么说来，倒是我要感谢他们。峰哥，就算你死了，林夕也会想办法让你活过来，你就放心的去战斗吧。恭喜你，此刻的你无上至境，此后世界便要行你的道。爹娘。太好了女儿。太好了小妹，太好了，你终于醒了。二哥。二哥。不要过来。小妹已经醒了，我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谁说你的存在没有意义？我原本就是为了守护小妹才出生的，本就不存在的异类，
抬起头来。从何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存在了，并且为了守护妹妹而拼尽全力的好哥哥。你做得比我好，你是让我凌云峰骄傲的儿子。接下来你要与我一起守护重要的家人了。还愣着干什么？这个时候怎么变笨了，看不清情况了？娘，小妹，师兄，师兄，什么事？居然要你元神出窍来找我？主母好，小姐好。啊？啥？你怎么知道的？这个嘛，基于师兄您在叶家的时间、孩子的年纪，加上主母的眼界，以及未婚先孕的事实，即使没有证据，也不难猜吧？啊，师兄，咱们的东方总理大臣正在等你开会重要的内阁会议呢。他这会正在大发雷霆呢，所以我才元神出窍，最快速度赶来这里找你。啥？我去，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我们本该好好聚聚，这个内阁有会，我公务重要，你去吧。爹爹再见，记得来看我们。你说他气消了没？怎么可能？他女扮男装和咱们闯荡江湖的时候，那时间强迫症患者的毛病，只有更重，没有最重。反正都迟到了，不如干脆就不参加了，反正行政事务也都是他在管的嘛。点赞关注我。没错，没错，师兄。那我们走吧。圣尊道，师兄您忙，我就先走了，比起得罪您，我更怕得罪他。你这个叛徒，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神州初定，百废待兴，多少大事需要圣尊决断，不知圣尊这几日跑去了哪里。若不是从叶家发现了圣尊的踪影，还不知要去哪里寻你。一听到你的召唤，我就立刻赶来了呀，玉叔。内阁会议上还请圣尊称呼我为东方丞相。是，东方丞相。这是近期需要圣尊批复的公文，涉及外交、机构重组、民生教育、省级以上官员的任命。啊，这些丞相代劳即可，我有什么用？这是圣尊您带领我们打下的江山，这些都是为了巩固新时代所必须做的。如果圣尊您这些大事都不知道，要是出了问题，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啊！也只有东方丞相敢对圣尊这样说话了。那是自然，你不是老队伍里的，你不知道，丞相和圣尊是十几年的生死战友。曾经女扮男装和圣尊一起游历天下，行侠仗义，那可是生死之交。我懂我懂，我看还不行吗？大家稍等，马上办。元镜法相。哇，真是叹为观止啊。搞定。圣尊神迹，天下无双。见笑，见笑。批完这些文件，本尊才知
东方丞相与众位劳苦功高，情形不错，神州的未来就有劳各位国之栋梁了。批完了，接下来干什么啊？哦，今日还有一大事需要圣尊持，万法大会。哦，都筹备好了吗？神州初地本该恢复生息，为何还要举办这盛大的万法大会？劳力伤财，有这个预算投入到基建教育当中不好吗？事关机密，关乎国本，诸位经过严格的背景审定，且都是身具兴邦治国的大才，参与内阁议事也该清楚来龙去脉。嗯，神州初定，各方势力盘根错节，虽然圣尊以大能力压群雄，强行合并各方势力一统神州，但是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国力，诸方豪强是绝不肯轻易放弃他们原本的财富和权力的，所以他们以奇诡之术，以各方势力辖下所有民众性命做要挟，换取圣尊的妥协。神州表面一统，各方皆奉圣尊为神州共主，实则各方势力仍旧对原本的领地有着极大的控制力。什么？那该怎么办？这万法大会便是逐渐化解他们这招的第一步，也是巩固国本的重要一步。没错，万法大会不分贵贱，广邀天下修真才俊择优入仕，是为国家选用人才的重要手段。此法是巩固中央权力，分化门阀贵族势力的妙法，不过如何能够化解那系于天下万民生死的奇诡之术呢？此等奇诡之术有违天道，存人性者谁也不敢轻易使用，此万法大会旨在吸纳他们的新生代，一起共创一个盛世神州，让他们与神州共荣共损，届时自危自解。真乃阳谋，甚妙啊！啊，想我们与众多兄弟们奋死拼杀十余年，终得偿所愿。回想起当年，又怎能想到名动天下的御郎君东方玉树居然是东方世家长女东方玉书。哦，你想说什么？只是感慨，若是离了你，又有谁能够担此复兴神州的重任啊？我可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那些故去的战友们的遗志。点赞关注我。听说你儿子也要参加万法大会，你不担心他会受伤？这是他的人生，既然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便支持他。喂，你这家伙突然有一天说有了孩子，大家一直都会好奇，他爹是谁啊？能入得了你东方玉书法眼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如果我说是你呢？什么？你是在开玩笑的吧？你敢开我的玩笑，我就不能开你的玩笑？只是好奇嘛。圣尊何时变得如此八卦了？是不是平时太闲了，没有架可打，就开始打听起别人的隐私了？啊，抱歉，是我多嘴了，还请丞相消消气。会开完了，圣尊可以去忙自己的事去了，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时间陪你闲聊。等等。哦，圣尊还有何事？我有一好友育有一子，最近遇到一些苦恼，求教于我，你说我哪里懂这些？玉叔，你教出一个如此优秀的儿子，是否可以传授一些育儿经？圣尊的好友我大都认得，是哪位啊？可以让他直接来找我。此人你并不认识，丞相诸事繁忙，跟我说说即可。哦，好吧，圣尊说说，看看我能帮上什么忙。好好好，事情是这样的。道宗，
演武场。神州万法大会，道宗选拔赛现在开始，有请掌门训师。有请掌门训师。神州初定，和平不易，内有隐忧，外敌虎视，我辈修道之人誓要守我神州太平。守我神州太平。我宣布万法大会选拔赛现在开始。诺。首先开始预选赛，报名参赛者共计500人，共分32个选区，请到抽签处抽取序号。预选赛采用淘汰赛，最终胜出者参与总决选进行积分赛。积分最高的8位选手成为道宗代表，参与第一届神州万法大会。我们的儿子在哪儿？哦，掌门，你怎么了？没什么，大家继续观赛，继续观赛。你怎么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害我在众同门面前丢人。我这不是急着赶来和你讨论解决儿子的困境吗？16号场，马上要上场了。啊！35号、36号上场。我是36号，第36代内门弟子大山。喂，咱们的儿子这是像谁啊？怎么如此魁梧？掌门，你又怎么了？没事，大家继续看比赛。你是脸盲吗？再怎么没见过，也不至于连自己的儿子都没点感应吧？我好像得了一种每个见到的年轻人害怕他突然变成自己的孩子的病。快看，儿子上场了。千峰，玄机堂36代外门弟子。点赞关注我。斗法开始，行礼。36号真倒霉啊。快出炉城。道宗新生代真是人才辈出啊，这小胖墩年纪轻轻的居然已经达到了玉土附身的境界了。这都是我宗先辈不断钻研道法本源，锐意创新的结果，当然也离不开新一辈弟子们的勤心不坠。更重要的是。更重要。圣尊，你打下的这个和平的世界让他们能够活着成长。这便是你我毕生之愿。啊。35号胜出，36号淘汰。这为什么炼气期可以打出结丹的威力？看下去你就知道了。如果只是这样，我也不会那么苦恼了。几个时辰后，第五场，35号对41号。41号真幸运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场外41号胜出。
他的丹田和经络如同长臂一般，他的就像是一层厚厚的、极其有韧性的凝胶。难怪如此厚而有韧的丹田和经络。 就像是高压水枪一样，气得输出功率是常人的数倍。若是达到元婴期，可以自由调动天地能量，这种异常的法力输出，必然能越级吊打化身。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因为如此沉厚的丹田和经络，无法储存气，就无法凝聚足够可以筑基的气。别说元婴了，此生无望筑基。 你是如何看待咱们儿子这事儿的？咱们儿子这事，想我堂堂道宗掌门，统帅道宗20000子弟，运筹帷幄，游刃有余，唯独对着儿子的事一筹莫展。道宗宗主儿子的身份，让他承受了所有人的目光。 也承受着远超同龄人的恶意和压力，背地里大家都叫他，叫他一秒天才。宗主深耻，梦幻凡人。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在人前表现出愤怒、失落的情绪。只有我这个做娘亲的知道，每当他痛苦难受的时候，他就会到这里拼命的练功，精疲力尽。 小时候，他难受了会来找我诉苦，受伤了会来找我抱抱。有什么心里话都会找我说，可是最近这2年，他的话越来越少，问他什么都只是摇头。哪怕他能和我大吵一架，哪怕是大声的质问我为什么生下他，却给他带来这份沉痛，哪怕他在我面前大哭一场，他越是这样，我越是心疼。做好一个母亲。 比做好一宗之主还要难。我来试试吧。啊，你有办法？先让我和儿子来一场男人之间的对话吧。你想干什么？还童习术。哼，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都别出来。 点赞、关注我。397、398、399。堂堂道宗子弟，不习炼气筑基之法，却躲在这里走炼体强骨这等无用之徒，道宗是没人才了吗？你是谁？胆敢擅闯道宗后山？听说。 道宗收徒都是天下英才，资质超凡之辈，本少神功初成，便想来此探探深浅，打几个真传弟子玩玩。想和真传弟子打，先过我这关。又有意思，就凭你区区一个小炼器，我怕一稍微动真格的，你就小命不保啊。他想干嘛？什么叫男人的对话？这是要打一架吗？多年的征战，经历了无数的对手。 我却认了一件事：一个人的嘴会说谎，但是唯有拳头，包含了他心底最真实的意志与人格。无论是残虐、狂暴、阴险，还是勇敢、坚强、不屈，请不要轻敌。即使是我，也能和本宗真传斗上一斗。临战还不忘提醒对手：真是个耿直的孩子呀！区区练气，在假丹面前，我想重视也重视不起来啊！<笑> 你，哦，有点意思啊，这可不是一般练气。这份越级的杀伤力是，哦，对了，师尊曾说过，有一种很稀少的体质，元婴界能吊打化神，却永远也无法筑基的，让人绝望的体质，叫什么呀？哦，对了，重鹰废体，对，重鹰废体。 你不会那么幸运中了这个大奖吧？
你一定很恨你爹娘，为什么要生你出来，还给了你这种气势吧？哦，你，给，<笑>就算现在还能僵持，你能坚持多久？坚持到底，这是我最后的尊严。那就来吧。 哦，你想干什么？决死修行，向死而生。你我能够悟道登峰，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现在是和平时期，只有这样才能助他找到希望。相信他，他可是我们的儿子。还不错嘛，让本少找到些乐子。给你个机会。 叫本少一声爷爷，就饶你一条小命。今天的儿子，只有站着死，绝不跪着生。对不起了，母亲，还是没能成为您的骄傲。乾坤定。 哎，姐，你混蛋！你对儿子干了什么？放开我！放开我！站住，站住！你看看啊！我怎么带爹？ 差点忘了，你还有这招，用的越来越溜了吗？那先把手拿开嘛。片刻之后，你对儿子下手也太狠了吧？他长大以后，我都没有这么狠的揍过他。<笑>别生气啊。 以前我爹我师父下手比我还狠，我可是一直有好好的控制力道，让儿子只痛不伤，再让他陷入到绝望当中。哼，向死而生，向死而生，说的简单，我能对自己狠些，对儿子却……点赞关注我，人天下慈母心啊！想起小时候。 每次被爹在祖宗牌位前罚跪，都是娘偷偷给我送吃的。可惜，此生我再也无法吃到了。不过现在，我想我也能感受到父亲和师父对我深深的爱了。那是明明心疼孩子，却仍旧能够狠下心肠，怀着让孩子成长的期待，做一个严父。接下来怎么办？ 向死而生之后，当然是虎儿后立。玉清上法，紫府洞天开。玉清境真是太神奇了，这紫府洞天。 放在哪个大牌都是至宝，你随随便便就捏出来一个，不如多捏几个。这会儿有心思开玩笑了。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来一出山崖地下奇遇世外高人收徒传功的传奇故事。传功？你有办法？我一生征战，对手无数，阅遍天下奇法，无论正邪，都在穷极智慧追寻无上至道。过去没有解药。 希望在未来之中，其中曾经与我斗得旗鼓相当的魔道大尊，亲手独创的魔科瑜伽法门里，就有着孩子的希望。千手之思，修佛入魔，法力通玄。若是没有你，他便是天下第一人了吧？
没错。这牙之后奇遇高人，你是怎么想出这种脑洞大开的点子的？是我一个既当爹又当娘的朋友用在他儿子身上的法子，效果很不错。喂，一会儿你可别再出来添乱了。知道了，我会克制的，但是我要在一旁看着。随你。真的是再如何努力也无法触碰到那些天才的人。对不起娘。这是什么地方？我刚才明明……这才几百年，道宗这一辈已经如此无能了，居然被一个区区外来小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道宗枪青啊！演戏就演戏，干嘛说道宗枪青？入戏了。谁？前辈是何人？口出妄言。道宗守疆卫国，乃神州梁柱，吾辈真传弟子更是享誉神州。我只是道宗一个名不经传的外门小辈，资质平庸。即便如此，有人敢辱我道宗，我辈当也竭尽全力，未有怯战。笑话！不管你天生混元霸体，与老夫一样的超绝资质，本该纵横天下，傲世无双，到哪里都会被当成宝一样，又怎会是区区外门弟子？当代道宗掌门都瞎了眼吗？哎呀，你行你的法子，干嘛还骂我？松手松手，又入戏了。前辈到底是何人？休要口出妄言。我道宗此代掌教，与我爹随圣尊一道拼上性命，才打下如今太平天下。他和我爹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爹更是为了这个新时代牺牲了性命。你不许侮辱我掌教大人。原来儿子不是讨厌我吗？区区掌教算什么？就算掌教的掌教见了老夫也得磕头跪拜，喊老夫一声太师叔。这些晚辈老夫想骂就骂，想批评就批评。点赞关注我。你是为了帮儿子还是为了埋汰我？太师叔，你演得很过瘾啊。别急啊，这是布局，首先得让他相信我。快给我点道宗前辈的信物啊。能。天字被盗传法印，弟子千峰拜见祖师爷。好，老夫身处此地甚久，不知外界发生的故事，和老夫说说你爹的英雄事迹。我爹，娘。此处只有老夫一人，哪来的你什么娘？是我失言了。喂，你干什么？这个问题和让他信你有什么关系？既然把我说死了，我这个牺牲的爹当然要知道一下原委了。五尘绝界。这可是五成绝界，你若是强行打开闹出大动静，这祭祀可就穿帮了。唉，说说吧。我爹是个大英雄，我娘深爱的男子汉，
祖师爷，你怎么了？没事没事，您继续继续说。15年前，我爹遭遇魔门卑鄙之徒的暗算，身中奇毒，误入我娘修炼之所。放肆！你是何人？擅闯我行宫秘境？张海渊，没想到你修为这么深，中了奇毒仙人罪，还能跑到这里找救兵？你们就一起死吧！凌空剑气。虽然我爹侮辱娘亲修炼禁地，他很弱，但是娘亲本着救助江湖同道的心，为父亲解毒。我爹修仙资质超群，娘亲惜才，亦传授了他很多道宗玄门正法，两人因此结缘，才有了我。千帆雪啊，我真是小瞧你了。凌云峰对苍海渊，烈阳散变仙人罪，我中毒你救我，能将你我的事情叙述得如此颠倒黑白，又波澜迭起，你当什么道宗掌门啊？不去写书岂不是可惜了？不然呢？为了让孩子能够积极的成长，我不得给他编一个好父亲的形象啊！木兰，爹娘握了神州一统，还天下一个太平的皇运。随着圣尊一起四处征战，娘说，在我刚出生不久的一场战役中，爹为了父娘周全，牺牲了自己。娘说，爹对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只是我一身体质低劣，再怎么努力终生筑基无望，无论我再怎么努力却始终没有突破，给爹娘丢人了。前辈说的什么混元霸体，世间从未听闻，莫要再给我希望，最后又变成失望。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吗？笑话！当今之人有眼无珠，你我之丹田周身经络坚韧厚重，远超常人，天下罕有。寻常功法乃为凡俗之人所用，又怎配得上这身天赋霸绝之姿？超绝之姿，当配超绝之法，方能成就大道。老夫年轻时犯了大错，立誓自封于此，终身不辍。一生经世修为和超绝法术若是就此失传，甚是可惜。老夫怪你心性耿直，愿收你为徒，传你一身绝世奇术，你可愿意？真的？点赞关注我。怎么样，孩子就这么落入圈套了吧？以前只知道你打架厉害，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演技。本尊面对的敌人不仅武力超群，智谋也是绝顶，若是没脑子怎能突出重围？不行。为什么？若是我拜了前辈为师，在道宗的辈分岂不是乱了？宗内辈分最高的长老不都得喊我祖师叔？哎呦，真是耿直的孩子。传功授业不必拘泥师徒形式，关键在于我觉得你小子有意思，老夫一身玄功得以传承，名分算个什么？道宗后学晚辈千峰，请前辈教授。这就开始吧。前辈，我该做些什么？方法要说简单，可说是简单到了极致，但要是说难，又难如登天，也许会要了你的小命，你敢吗？喂，你可没告诉我会有生命危险。我明白你的意思，作为师父希望收到值得托付的弟子，而作为父母却又担心孩子的安全，但是你我能成长至今，哪个不是经历生死考验？我们打下这个和平的天下，不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们不用再面对这些吗？天下的和平由我们开创，但是未来需要他们这年轻一辈来守护。这……放心吧，我会一直在旁边看着的，
真有危险，我也会干预。但是从小到大，你我有听过父母的苦口婆心吗？我想把选择权交给咱们的儿子，他的人生他做主。晚辈恳请前辈传功。好，开始吧。此法仅需两步。两步？只因你我周身丹田经络异常坚韧厚重，故而元气出生便从窍穴散出，无法凝聚。若要筑基结丹，只需以大力封闭周身窍穴，如同吹气球一般强行撑开经络，使气聚之以内。就这么简单？看着孩子最关键的成长，也是做父母的责任，一定要忍住，不起身，让他意志散乱，前功尽弃。现在是考验你意志的时候，被强行撑开了厚重的经络和丹田，会让人犹如割肉削骨，若是扛不住，你随时都可以放弃。这些年来明知没有希望，我都在咬牙坚持，现在怎么可能放弃？你去干什么？既然儿子这么勇敢，我这个做娘亲的相信他。宗内还有很多事务要处理，一切交给你了，看好儿子。哼，好。要是儿子有事，我饶不了你。冥界封锁不易出，傲骨镇刺苦寒来，任尔东西南北风，天桥万机神明灵。加油啊儿子，虽然这是你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相见，我却从你身上看到了我年少时的倔强，本尊爹会陪着你走下去的。两天后。两天了，气营白骸，肉身洗炼。好小子，第一关你坚持下来了，第二关马上要来了。来了，第二关心魔劫。由于丹田经络极其厚重，压力极大，气通白骸之后，会在一瞬间从炼气到筑基乃至结成金丹，期间心魔乱象丛生，会远超过常人修士，若是意志不坚定，就会神志溃散。点赞关注我。哇孩子，唉，千峰自知绝道蒙尘，筑基无望。哇，他可是咱们掌教的儿子啊，居然这么废，真是丢了他娘的脸。谁知道他是不是掌教亲生的呢？没有爹，搞不好是掌教捡回来的。小声点，要是他再废也比你强，有个好娘啊，就算筑基无望，他也可以在道宗横着走呢。唉，孩子，这里的经卷老夫都背得下来，没有你的希望。唉，呀！娘，我找到办法了。风儿，你近日都在干些什么？娘，
他们不是说我的丹田和经络存不下多少气吗？但是我只要将唯一的一点气聚集起来，威力超级强大。嗯，风儿，你别急，此法只能出战，不能持久。临阵对敌，若是一击不中，便是绝境。啊，你放心，娘也在替你想办法。啊，你如果不坚持下去，怎么知道前面是什么？哎呀，啊，怎么变得这么强了？我只有这条路可走了。区区小技，只要躲过第一级，你便是砧板上的鱼。只有这条路可走了，没有其他希望了。修炼能多储存一些技，就多储存一些。你怎么这么执着，做个废人不好吗？哼，放弃吧，好好做个纨绔子弟不好吗？给他取个外号吧，就叫一级无敌，二级废物，怎么样？你该怎么办？你这样下去真的可以吗？如果放弃了，我还有什么路可走？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现在没有办法了吗？不行，我不行，我是废物。哈星通，荡星舞，别被表象所扰，去想你想要变强的本心，那便是你的道心本源。啊，娘，爹爹变做了哪颗星星呢？那颗无论其他星星怎么走动都一直待在北边的星星，就是你爹爹变的。啊，他在一直守护着我们。我将来长大也要和爹爹一样守护娘亲，我能在爹爹边上也变成一颗星星吗？你可要努力变得和爹爹一样厉害哦，要不仅守护娘亲，还要守护着天下苍生。哦，我不，爹没法陪着娘亲，就由风儿守着，我只要护着娘亲。娘亲太辛苦了，爹在天上看着就好。看风儿的万箭归宗，咻咻咻。对啊，我为什么一直想要变强呢？不是为了让周围的人看得起我，不是争强好胜，我只想和爹爹一样，将来能够守护娘亲，守护我最重视的人呢。其他人的嘲笑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娘，点赞关注我。对了，儿子的事情解决了，我要回去看看万法大会的筹备情况了。我先走了。你快滚吧！啊！我去我去我去，怎么会发生这么狗血的事情？女儿头脑灵活，诡计多端，防不胜防。儿子刚刚跃境升级，堪称他们这一代弟子的顶天，但是性情耿直，要是一个不小心谁受伤都太糟了。啊，对了对了，找叶焕焕去，让他把女儿带回家不就好了。哈哈哈哈，不愧是本尊，身经百战，再难解的事情也能轻松搞定。叶焕焕，快给本尊出来！啊，这才多久啊？圣尊又来找宗主调情了？嘘，低调点，这是秘密。哎，刚走一个小魔星，又来一个大煞星。
喂，你干嘛穿成这样？下面还有人看着呢。人家正在沐浴呢，上村突然来次喊人家，人家就着急着赶来呢。这才分别几日，上村怎么又来找人家了？快进去，先把衣服换好再说话。已经换好了，圣尊说说吧，为何到此？以你这狡猾的智慧，怎会猜不到？人家又不是圣尊肚子里的蛔虫，也不善他心通，怎么可能知道呢？女儿，是女儿的事啊，你怎么会不知道？玲珑，玲珑怎么了？他离开了斋天阁，现在正在外面到处捣乱啊，据说把那河间道第一大门阀的明剑山庄搞得鸡飞狗跳的。哦，这野丫头居然跑出去了，我说怎么好几天都不见她了。喂，你不担心女儿吗？明剑山庄是到处找人来对付女儿啊。你是担心咱们的女儿呢，还是担心明剑山庄呢？当然是担心女儿啊！明剑山庄已经把求援令发到了道宗，千帆雪已经派人下山去了。道宗派了谁出马呀？要是没点厉害的本事，碰上玲珑恐怕也会倒大霉呢。到时候我还真想看看千帆雪会是什么表情呢。这他派了我和他的儿子。喂，你还笑？要是他们俩打起来，谁受伤了都不好。千峰他不是无法阻击吗？千帆雪怎么敢派他下山的？因为我……有了你这个天下最强的圣尊当老爹，你的孩子就像是天生带挂，抽到了一手王炸呀。喂，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他现在根基抽过，也能和元婴境战个有来有回，你就不担心我们的女儿会受伤吗？圣尊天下无敌，我这个小小女子不也是在圣尊手下活得好好的吗？咱们女儿的手段和智慧可是连我都自愧不如呢。这斋天阁里那些老谋深算的魔头都被他整得自闭了，千帆雪的儿子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是他，恐怕也要吃大亏了。喂，你这个女魔头，说话就说话，为什么就这么坐上来了？还不下去，成何体统？离经叛道，不守成规，不就是我魔门奉行的准则吗？移形换影。点赞，关注我。聚气成意，筑基。凝精化骨，金丹乃成。恭喜你啊，孩子。老子的传人要让这天下为你震动。前辈，千峰修行不为功名，不求名扬天下，只求无愧于心。哈哈哈哈，好孩子，那便行你的道。前辈，你怎么了？不打紧不打紧，老夫寿元将近，能得了你这个传人也算欣慰。只是老夫一生征战，一生孤独，临终前还能有你陪在身边，老天也算待我不薄。虽然你不愿意拜我为师，甚是可惜呀。千峰碍于道宗辈分，不能拜前辈为师。千峰自有父亲亡故，应得前辈脱胎造化之恩。不知千峰能否喊前辈一声义父？
老夫临了还能有此孩子，甚是有幸啊！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好孩子，让为父好好抱抱你。没想到啊，居然是以这种方式和儿子相处，但是这感觉真好。要给离别加点特效才行，顿法万段飞絮。义父，别了，我儿，替为父好好看遍这个世界。义父，哎，本尊这该死的演技呀！接下来该给孩子一个完美的收尾了。义父，您的大恩，孩儿永世不忘。止！神气充盈，百骸贯通，天人交感，洗尽法髓，金丹难成。这便是金丹境吗？居然直接跨越了两境。请才两天功夫，这么快就出来了。多亏了兄弟，让千方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哼，啊，哦，金丹，你居然结成了金丹！难怪你会说宝贵，这真是捡了大漏了。你到底是有什么奇遇啊？本少可真是没有白等啊。眼里只有境界和实力的你，是不会理解我视为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的。强者为王，不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吗？现在的你才配和我一战。你小心了，我刚刚掌握的这份力量自己还不熟悉。别以为你那废体初入金丹就可以打赢本少，越级打怪什么的不是天才的基本配置吗？本少才是真正的天选之子啊。混元到底入化神。痛快，再来，来！点赞，关注我。通过让体验释放极限的战斗，就能让他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力量，避免今后力量失控，造成不可挽回的事情。你就尽情感悟吧，儿子。哎！哎！哈哈哈！好小子，这次就算我们打个平手，敢不敢报出你的名字，本少还会来找你的。老宗义子，千峰随时恭候。搞定。谢谢。喂，
你突然露出这么温柔的样子，我很不习惯啊。哇，为了感谢你，人家低声下气的跟你道歉已经很羞耻了，你还要取笑我，想挨揍吗？这才像你嘛，天下第一男人婆千帆雪的风格。我真的很像男人婆吗？不是很像，根本就是，当之无愧。想当年，道宗天下行走千帆雪，走遍神州大地，惩奸除恶，对抗魔教，万与强敌，哪里都有你的身影。那份不输男儿的气概，不惧生死的勇敢，说话直来直去，一根肠子通到底。无边墙上一声吼，震退十万虎狼兵，当得起豪杰二字。但是现在的你，怎么扭扭捏捏，话里有话，弯弯绕绕的，像个女人一样，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喂，你干什么？一言不合就动刀动枪的？我本来就是个女人，你这个混蛋！嘿嘿嘿，你这么大声，就不怕整个道宗都听到？对不起。喂，你这整晚的都在干嘛？有话直说呀，干嘛突然跟我道歉啊？你这样我很不适应啊。我没让你们父子相认，你会怪我吗？我还以为你想说什么呢，就这事儿？这难道不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我能理解你作为母亲的苦心，换作我也许会和你一样。真像你的风格。喂，我什么风格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我在你眼里是什么风格呢，说我听听。有眼无珠，神经大条的笨蛋。啊！不过是个真男人。突然感觉好尴尬呀，为什么感觉心跳的有点厉害，得找个话题才行。怎么了？儿子虽然突破了，但是已经从道宗的选拔赛里落选了，他有失落吗？不会，我已经安排他下山历练了，正好有件事可以让他去处理处理。哦，儿子都还没下过山，他能应付得过来吗？魔宗叶焕焕的女儿离开了斋天阁，大闹河间道的明剑山庄。反弹。啊，你说什么？你干嘛啊？一惊一乍的。儿子呢？快让他回来！已经让他下山了。魔，摘天阁叶焕焕，那可是狡猾的像只狐狸。我怕儿子会吃亏，你不担心吗？儿子现在能够打平月两境的对手，有能力自保，死不了。就算吃亏了，也算是见识江湖的尔虞我诈，我不担心。倒是你紧张什么？点赞关注我。不懂女人心的木头。你还是跟我走一趟吧。干嘛？去把女儿接回来，他们俩谁受伤了都不好，最好的办法就是别碰头。我不去，人家的教育理念可是放任自由行。喂，少来这套少女撒娇，你也不小了，而且我可不是和你商量，必须走。真是个霸道的男人。再说了，女儿可有主见了，就算去了也没用啊。至少看着他们，别弄出什么乱子来。啊，喂，飞太快了啦。到了。仙剑山庄是江南一带根源深厚的修真世家，可以追溯到400年前五龙争珠的时候，一直保持中立，对外也非常低调，我们至今也没有探明他们的底细，
他们背后的势力还未出手，便求助道宗等派前来援助，背后也有不少疑点。啊，我们快去。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都是你呀、啊，飞得那么快，人家这身衣服经不起摩擦呀。反正都出来了，先陪我去买身衣服。这扬州府的衣服可是出了名的。喂，别箍着我的手啊！还有，买快点啊，搞不好两个孩子就快碰头了。知道了，知道了，衣服的钱得你掏哦。省着点啊，神州百废待兴，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就算是我也很节约的。知道了，不过你得帮我挑哦，真是个没情趣的男人，难怪单身到现在。我只是一直忙着战斗，一统神州之后又要忙着安定这个国家，没时间考虑自己的事而已啊。你挑好了没啊？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啊。女人挑衣服当然得花点心思了，这件怎么样？穿什么都行，挑好了就快走。喂，到底好不好看啊？女魔头就是女魔头，难怪当年迷乱了那么多英雄豪杰。可就是迷不了你呀、啊，到底是人家的魅力不够，还是圣尊你有别样的兴趣？啊！你想什么呢？我只是有红月在身，哪有时间顾儿女私情？选好了就走吧。就是腰上有点松，这里有点紧。唉，没有它适合我的尺寸呢，果然还是要定制的才行。那就等把女儿的事情处理好，我再给你定制一套。这可是你说的哦，那就走吧。别弄得好像出来旅游一样啊，怎么找女儿？你们安插在这里的探子呢？走吧，我们去问问。回禀圣尊，教主，玲珑小姐不久前突然失去了踪影，连带着一个道宗想要找小姐麻烦的傻小子，以及暗中跟随保护小姐的我叫护卫，也都消失不见了。什么？是谁干的？小女无能，我完全没有线索，请圣尊饶命。跪下吧。女儿那么机灵的人，还有我儿目前的修为，能够让他们这么悄无声息的失踪，背后的人不简单啊。你怎么那么淡定啊？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一来我相信我们的女儿，她可不是个会落入别人陷阱的人，也许是她自己为了什么目的设计让对手抓住了她。二来嘛，这不是有你这个天下无敌的圣尊吗？找人这点小事还不是手到擒来。对啊，突然当了父亲，紧张的差点道心不稳，真是关心则乱啊。看我的，我马上找。六感全开，全知法界。不用这么夸张吧？找到了，走。